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深圳体育馆观看2017德云社相声演出爱乐之城深圳站。我是本场主持人德云社相声演员王九寿，希望我们的演出能陪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欢歌笑语，表演者谢金、李鹤东，大家掌声有请。深圳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来到深圳心里非常的激动，高兴，也很开心。没错，看到这么些个衣食父母啊，打心里特别的激动，能够参加岳不群老师的相声专场。不是，您等会儿吧。您有点太激动了吧。这个怎么了？怎么改岳不群了又？岳什么？岳云鹏啊，差不多。哎，差着零件的那个啊。岳云鹏老师的相声专场啊，心里非常的开心。是啊，岳云鹏老师现在特别的火。哎，人家有名气，包括人家现在也上春晚。哎，上过，参加这个《欢乐喜剧人》。哎，也参加过。岳云鹏老师也拿了总冠军。哎，人家有本事啊！当然，他师傅也花钱了。哎，不，等会儿啊，黑幕啊！您别黑幕了，没花钱，没花钱。哎，啊，对外说没花钱，对，啊、对内也没花钱，没花钱。啊，岳云鹏啊，凭借自己的实力，哎，靠本事啊，让导演潜规则了。哎。啊，哎，你看，这还凭什么实力？都了解内幕了哈？没有，就再说长成那模样，还有人潜规则他呢？哎，有那个口味重的，我跟你说，拉倒吧，没有啊。确实说得好，而且人家岳云鹏现在也收徒弟了。哎，人家有倒是有徒弟，收了两个徒弟。没错。啊，一个徒弟在我们德云七队，啊，姓刘。没错。叫刘小定。刘。这个小丁老师啊，这岳云鹏收了一屁股是吧？什么叫刘小丁啊？刘小婷，刘小婷。哎，他的第二个徒弟在德云二队，没错啊，叫鲍小菊。鲍，我说他这师傅太狠了吧，下手。怎么狠呢？鲍小菊，这样话叫什么来着？尚小菊。有什么区别吗？一个主动点，一个被动点。哦，还是你了解。我跟你说，我就了解这个呀。确实，尚小菊，你听像话吗？收这俩徒弟，好吗？嗯，一个刘小定，一个鲍小菊，岳云鹏是岳大屁股。哎，这爷儿仨算凑齐了，这就合套了。啊，岳云鹏的师傅叫郭德纲，郭老师啊，他们都是纲门弟子。哎，啊，你打火。哎呀，脏不脏啊？一家子屁股门的，我跟你说，没听说过什么叫肛门弟子。郭德纲是不是肛门弟子？没有肛门。哦，对对对，郭德纲没有肛门啊。郭老师改貔貅了是吧？对，郭老师小名叫郭貔貅。哎，谁叫这小名？这回知道他儿子为什么叫郭麒麟了吧？嗯。这一家子神兽，这是家里光吃不拉。我跟你说，没有啊，光剩存钱了。没听说过岳云鹏。郭门弟子，郭门弟子。岳云鹏说得好，有名气。给他捧哏的那位更好啊，孙岳老师。孙老师大胖子一个，500多斤。500多斤。孙岳老师胖到什么程度？那您给大伙儿说说。孙岳站在岳云鹏旁边啊，大伙儿都忘记了岳云鹏其实也是个胖子。好嘛，您得把实话都说出来。哎呦，一走道都噔噔噔噔的，我跟你说，浑身全是肉啊。哎呀，一走道都往外流油，我跟你说，多肥呀。确实说得好。嗯，为什么人家孙岳相声说得好呢？这什么原因呢？他们家里是干这个的。啊，人家算是家传。哎，孙岳的外祖父，啊，就是他姥爷。哎，过去给这个姜昆捧哏的巨匠。啊，哪位啊？李文华先生。哎，这是老前辈。哎，孙岳是李文华先生的外孙子。没错，这个孙子说的不错。哎，
我说说的不错，您也别骂街。孙老师说的好，嗯，二位啊确实不容易，是搞一个专场啊。我们二位呢上来呢给他开一个场，哎，这叫助演，让大伙儿静下心来，嗯，一会儿给您上来表演更加精彩的节目。哎，待会儿他们二位就上来。大家可能对我们不太了解，不熟悉，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您给大伙儿介绍介绍。我叫谢金，啊，德云社的一个小演员。您客气了。最主要的啊，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还到我了，啊，我的坐骑。哎，您等会儿，您是骑着我上来的，是怎么着呀？啊，十二点以后。哎，等等等。十二点以后也不让骑啊！你深圳不挺开放的吗？开放也不行，离东莞也近，反正没听说过，是不是？哎，什么都说。南方有东莞，北方有优衣库，我跟你说。嚯！哎，好，行了啊，打住吧。都是好地方，没听说过，咱不说搭档吗？搭档，哎，我的搭档是介绍一下身边这位。哎，到我了，他叫。不是，我这名字是马赛克是吧？我到这儿就划过去了。今天跟马老师一起合作，还马老师，嗯，您等会儿吧，您还当真了啊？谁姓马呀？不姓马，不姓马。您贵姓？姓李，啊，李赛克。哎，这个李赛克老师啊，我就离不开这赛克了。一般都在小电影里看见你的身影 啊。对，您主要没看过那高清的，知道吗？说这话都讨厌我。废话，谁叫李赛克？李赛吉。干嘛李赛吉？哦，姓李。姓李没错，啊，那我就了解了，知道了，叫李天一。李李天一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过你。你这么一说我都菊花怒放了吧。还菊花怒放。您让大伙儿好好看看您那菊花吧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叫李天一吗？不叫李天一。您怎么称呼？李鹤东啊。李连英。李，这个我说您这什么耳朵啊？这李什么来着？李鹤东。李鹤东，嗯，好，这个名字特别的好。啊，名字还行。旭日东升，哎，这么理解是这个东吧？没错，东方不败。东是这个东吗？是这个东。哎，没事在家里绣个花啊。行，您先把您手里那针线环放一放吧啊！怎么还放一下？我没事，我在家绣什么花儿啊？我这绣的那十字绣，绣没绣过？十字绣倒是绣过。哎，绣的那最好的那个啊，《清明上坟图》。哎，撂下，软的撂下。我说我怎么哈哈的，我要疯是怎么着？《清明上坟图》，清明你不上个坟吗？您这不还没死呢吗？着什么急啊？这么说话讨厌了啊！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嗯，人家绣的也特别的好。哎，我倒是绣过。这个名字是郭德纲先生给你起的吧？郭老师起的。云鹤九霄，李鹤东，鹤字科的好演员。不敢当，确实是。郭德纲现在特别的火，有名气，艺术造诣非常的高。哎，人家有本事。郭德纲可以称得上相声界的一代宗师。一代宗师。您是一代藏獒是吧？你再说我就咬死你了。离我远点吧。什么咬死？一代宗师。一代宗师。哎，有本事培养出这么好的后代。虽然说是在怎么改后代了，培养出我让您这配狗来了呢。培养出什么？你们没有这么好的徒弟来。哎，徒弟差不多，确实不容易。嗯，尤其郭德纲先生啊，现在包括郭德纲啊，包括于谦呢，这个您这名字可够补的。哎，还有这个岳云鹏啊，孙越呀，啊，说实在的，您在小茶馆里，小茶馆基本上看不见他。哎，他们轻易不去这个小剧场演出。现在都去那个包括北展的民族宫 啊，包括这体育馆呢，都是大型的。哎，他们都去那个大剧院，大剧院里边演出。我说您上台之前吃什么脏东西了，是怎么着呀？大戏院啊，差不了哪儿去。哎，这个那服务内容不一样，对，受的累也不一样哈。废话，都去大戏院里演出了，嗯，所以说很难看到他们。是，确实您也不错，那我差点。哎，人家包括他的师傅郭德纲，说实在岁数也比较大了。哎，今年岁数不小了。哎，尤其像郭老师这要死的人。哎，你撂下吧，
怎么了？哪儿就要死的人呢？你看，你别让我问住了啊！您问不住，就说郭德纲那个岁数怎么样？跟我们年轻的演员相比，怎么样呢？郭德纲啊，离死哦，跟我比，嗯，略微的要近了一点儿。哦，哎、您别太自信喽。黄泉路上无老少，再说你腿长，你比他走得快。你这么说话就没事，行了，你趴地下得了，你这跟腿长有什么关系？废话，人家身体不错，身体健康，嗯，希望郭德纲先生永远不老，永远不老，希望郭德纲永远不死。永远不死，就他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说，行，我就知道你没什么好话，永远老也死不了。哎，希望人家身体健康，也希望您健康。我谢谢您。您今年多大岁数？我今年30岁。啊，享年30岁。哎，你这就把我说死了，是怎么的？那不忙不忙。什么不忙啊？什么叫享年三十岁？就是说你想一想，你这个年龄多大？不用想了，告诉您，30岁。30岁。嗯，好啊，好好的啊，保重你的尸体。好。我还是那死鬼，我保重身体，保重身体，哎，希望大家都健康平安，是比什么都强，哎，这是目的。我跟人贺东老师搭档的时间也不长，哎，才几个月的时间，打分队到现在才6-7个月，我们俩搭档，哎，半年嘛，但是跟人家没法比，这有什么比不了的？身体状况跟人家没法比。我呀，身体好，对吗？哎，身体还可以。哎，大伙儿瞧瞧，嗯，上眼看看，是这身腱肉。哎，你等会儿吧。什么叫腱肉啊？这身腱子肉。哎，反正身体可以。打小习武，对吧？打小就开始练，没有不会的。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18般兵刃是样样精通。好，什么叫金钟罩？嗯，哪个叫铁裤衩？哎，人家都脱了，脱下来。不，铁裤衩像话吗？铁吧，铁布衫，铁布衫。嗯，人家都特别的好。是，我身体跟人家就没法比。啊，您稍微差点，确实身体比较软啊，感觉身体被掏空。哎，那您赶紧来2瓶汇源肾宝。他媳妇儿也是说我不如你。你等会儿，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本来怎么说说有我媳妇儿什么事儿啊？就说这个意思，身体现在不行。嗯，你包括我们德云社经常的体检。啊，这倒经常去，每年一次。那天我体检去了，啊，大夫告诉我了，你现在注意了。哦，你说实在的，你都三高了，知道吗？升高，升高，升高。哎，这大夫是神经病吧？大夫，你再折死过去吧，跟你。你得注意，该忌口的忌口。哦，得忌口了。不该吃的东西别瞎吃。哦。你比方说含糖量高的，不要吃。含糖的不能吃。含脂肪高的，不要吃。是。含蛋白高的，不要吃。哦。肉类。不要吃，嗯，太咸的不要吃，哦，主食不要吃，那您干脆吃点屎就完了。你这什么都不让吃，吃你说人活到这份上，你说还有什么意思？让吃什么都不让吃啊？还是人家贺东老师好，我呀，哎，到那儿一检查，嗯，还问人大夫了，嗯，您看我有什么需要忌口的吗？啊，是啊，大夫说没有什么，嗯，你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我没日子吃了，是怎么着？就说身体好。没有这么身体好的，但是保不齐，嗯，闹点小毛病，啊，这保不齐的。前两天可能因为换季呀，啊，得了点小病，哎，就感冒啊，鼠疫，鼠疫，嚯，我活得了活不了啊？什么来着？就感冒，感冒上嗓子了，嗯，到医院，大夫，给我看，啊，嗓不舒服，啊，说话都费劲了。大夫拿这个听诊器，嗯，撩起来。哦，啊，聊，别聊下面，别聊下面，我缺心眼儿是怎么的呀？臭流氓！嗯，拿你压舌板儿，嗯，压舌板儿啊，张嘴啊，阿姨叫阿姨啊，这大夫说相声的吧？这是啊，哦，没关系啊，你这个呀就是痔疮，哎，回去多吃点辣的。这大夫都给我看通了都，怎么看通了？
痔疮像话吗？不是，就是咽炎了，嗓子发炎了。嗓子发炎你这不行 啊，你这还有炎症啊，是都套脓了。哎呦，赶紧去化验。嗯，我给你开一个化验单。啊，血流便，赶紧去吧。那化验去吧。李鹤东老师听话呀。嗯，转身走了。是，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啊，拿了一个小瓶子。哦，大夫啊，您让我验血，我验了。哦，让我验尿，我也验了。是，这屎我实在验不下去了。你实在不行，你发我点白糖，我站着点。行行了，我都吃了是吗？我，你这实在人，我也缺心眼儿，就点尿不就下去了吗？这个，哎，你看看，你倒不忌口，我跟你说。没听说过都，确实特别实在。我就这么实在，这缺心眼儿，这是。就说这个意思，很多包袱都是从生活中来。嗯，你包括最近，我发现一个不良的社会现象。什么现象啊？中学生早恋的问题。您说这个现在都普遍了，对吧？嗯，你包括今天上午我们去逛公园去，嗯，看见公园这大树下边，啊，有这么一对儿，哦，中学生还穿着校服呢。哪学校的呀？咱别提哪学校，这不回来丢脸吗？啊，别提哪个学校的，是俩人也就十二三岁，抱一块儿在那儿啃。您听这路词儿，还抱着跟着啃。说实在，我都看不下去。那咱谁都看不下去，我真看不下去。啊！我在那儿站了四十多分钟。哎，孙子，你还看不下去呢？四十多分钟，就是我得管一管呀、啊。您得制止他过去。哎，啊，撒嘴，撒嘴，撒嘴，撒开！这俩流血了，知道吗？俩狗咬一块儿了。撒撒撒撒，站好！啊，这个男同学，你给我站好了。我先不说你。哦，我先说这个男同学。哎，俩男的，你怎么能这个样子？你那姿势不对，你知道？您打会儿吧，这个什么玩意儿？我说你站四十多分钟，就说呀，你都得学习，都得观察。您就观察这个，你包括研究很多事情，嗯，包括语言呢、方言呢、嗯、小曲小调啊、京戏、评戏、梆子，我们都得学习。哎，都得研究。京剧来说吧，嗯，不好唱，是走的是韵味。嗯，我给您学两句。那您给大伙儿学学京剧，唱出来好听。嗯，你比方说有这么一段吧，嗯，将相和，嚯，有这么几句唱，嗯，这是谭派的。是谭派的声音比较嗲、嗯、哎，比较高。嗯，我给您学两句。那您给大伙儿学学谭派啊，这么几句唱。嗯，老将军，你呀何必这身那背金呐、啊？唱的还真是这味儿，这是京剧谭派、嗯、要求得打开了。是，不光是京剧我们有研究，那您还研究什么呀？流行歌曲我们也有研究。嚯，您对流行歌曲还有研究，比较喜爱、哦、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流行歌曲有好多都是废话，人家那都是成名曲。你看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哦，前些年挺火的有这么一位。哪位？新加坡的一个男歌手，叫什么呀？叫阿杜根。阿杜，您等会儿吧。阿杜根我没听说过。那您听说过蒿油根？你跑这发气儿来了？废话，什么叫阿杜根呢？什么有一个阿杜，没有根。阿杜是个娘们儿。哎，你听说了？你看见了？你我没看见啊。废话，人就叫阿杜。阿杜，嗯，唱出来头一句话就是废话。怎么废话了？我给您学，他一唱那嗓音特别的沙哑。嗯，一唱这儿，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哎，就是这味儿啊！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哎，这就是原词儿啊！谁闭上眼睛不天黑呀、啊？闭上眼睛天亮的他妈白内障的是，对不对，各位？你看看。不是您跑这儿总结中心思想来了是的，而且有很多的歌曲啊欺骗观众、啊、怎么还欺骗观众？打头一句到最后一句就这一句词儿，什么歌根本就不用背词儿啊。你前些年网络歌曲挺火的有这么一首歌、啊、我一唱大伙儿都知道。您给大伙儿学学。
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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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的真的好想你，我真的真的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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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的真的好想你，我真的真的好想你，我好想弄死你。你怎么那么贱呢你？就说就是这歌曲什么玩意儿，从头一句到最后一句，不用背词欺骗观众，全是废话，这都有好的，刘德华唱的，或人家四大天王啊，安迪，四大天王，没错，大伙儿都熟悉，哎，都了解，茉莉青、茉莉红、茉莉海、茉莉瘦，别摸了，大爷琵琶、二爷剪、三爷龙、四爷伞，行了行了，您说这四大门神这是啊？四大天王，您这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张学友，哎，对，刘德华唱出来也好听，我给您学一下，您给大伙儿学学。五千年的风和雨呀，藏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黄色的眼，这孙子得肝炎了是吗？怎么黄色的脸，黄色的眼，全黄的。黄色的脸，黑色的眼。哎，对对对，反正我这词儿记得差了点啊。你包括过去老歌手啊，大邓的歌曲也非常的好听。您等会儿，谁叫大邓啊？邓丽君。邓，您管邓丽君叫大邓，您那意思叫小邓邓。小，您这还挺肉头。哎，大邓唱出来好听。学两句啊。剪不断，理还乱。十里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无言独上青楼。你让他下来吧啊！不去点别的地儿，青楼像话吗？都上哪儿来的？西楼啊，西边的青楼管得松。哎，他管，西边管得也严，现在也管严了啊。反正就是特别的好听，流行歌曲都得学。你包括那个薛之谦的歌曲，唱出来也好，尤其年轻的90后、00后都爱听他的歌曲，对不对啊？是。而且我觉得薛之谦人特别的有才，这打哪儿看出来呀？所有自己的作品都是自编自导自演。嚯，那人家有本事，哎，都是自导自己演，这孙子在导瞎了呗，这自己导自己演，跟这导，就是自己编导演于一身，反正有才华，而且人特别的好，哦，对不对？是啊，人特别的好，你包括前一日的在上海，开了这么一个个人专场，演唱会，当着好几万人的面，怎么样？当场献给自己前妻一首歌。哦，那人家是重情重义啊。叫什么呀？啊，奈何桥。哎，他是盼着这娘们早点死是怎么着呀？不是，什么桥？安和桥。哎，安和桥。安和桥说实在不是他唱的，是这个宋冬野唱的。哎，人家原唱，我给您学唱去。宋冬野唱的，你唱这边声音比较低沉。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孩子的姑娘。你等等，行了，您这抱着孩子的还是姑娘吗？这个抱着孩子的娘们儿，那可火没有，抱着盒子的姑娘，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我知道吹过的牛逼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悼念你。奈何桥，行了，您这是送我上路了，这是，不是还是奈何桥？就说唱出来特别好。您对这个流行歌曲怎么样？我这差点意思。怎么呢？我五音不全呀！啊，您看哆瑞咪发嗦拉西这七个音儿，前五个音儿我都没有啊！你光剩拉西了。哎，这个我上来还得穿上点纸尿裤呗。没关系，不用你全唱。怎么呢？你就唱两个虚字儿就行。怎么个虚字儿？后汉。
叫后哈，没问题吧？啊，可以可以。哎，你比方说有这么一个网络歌曲，前些日子特别火，叫杀猪刀。哦，这大伙儿可能有听过的。您就唱后哈，后哈是吧？注意啊，嗯，刀后，你脑结石是怎么的？你不让我就后哈吗？我这句唱完了，你往里塞后啊，一句一塞。嗨，那您没说明白，我这一句一塞啊，一句一塞，调整一下情绪。刀个刀个刀刀，那是什么刀？是这后吗？断，断！你有病吧你？行行行了，就是这后，我得不得问明白？就是这，是这后是吧？啊，行行，调整一下情绪啊。刀个刀个刀刀，那是什么刀？后刀个刀个刀刀，一把杀猪刀。该哈了吧？对，你死不死你？是没错。这什么玩意？没错。你这，你说明白。注意啊！刀个刀个刀刀，那是什么刀？后刀个刀个刀刀，一把杀猪刀。哈！一刀一刀一刀，刀刀催人老。后我的青春小鸟已经飞走了。哈！刀个刀个刀刀，那是什么刀？后刀个刀个刀刀，一把杀猪刀。哈！一刀一刀割掉青青河边草。后李河东的菊花随风飘摇。是你的吗？这世界很酷。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规矩论》，表演者岳云鹏、孙越。没事没事，谢谢。谢谢，全是人。哎，谢谢。等你半天了。谢谢。嗯，感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谢谢。今天是9月9号，哎，教师节的前一天，真清楚。今天有没有老师在座的？有没有老师？这是老师啊，坐下坐下啊。老师穿那么暴露。不是，人家下班时间，你管得着吗？啊、哦，下班了啊。我再看看，我再看看。嗯。挺好挺好，黑色的啊，那个还是上班吧。嗯，今天这么兴奋吗？都谢谢。我们来深圳演出也不是第一次了，好几回了，好几回了。嗯，商演我们两个人的专场是第二次，好像是第二次，应该是。嗯，我们之前来过。感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对，上的台来，我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啊，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有头回来的，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没错，做一个自我介绍。嗯，我叫薛之谦。去。薛之谦死八年，刨出来都比你好看。
要点脸吧你，怎么什么热度都蹭啊？不是人家不是最近不是红吗？不是红你别蹭他，你蹭他干嘛？我叫吴亦凡，就这个、这个要点脸吧，啊，说自己名字。好，谢谢谢谢啊，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我不叫薛之谦，也不叫吴亦凡，那叫我叫岳云鹏。对了，我已经这么不红了吗？我记得我红过呀。是是是。我天哪，弄得我一点心气都没有了。您也自己不是也说了吗？红过。嗯，我叫岳云鹏，这是我的搭档。我呀，叫孙越。是我、啊。今天是他的单口相声专场。不不不不，哎哎哎！今天也是没溜，没，那掌声是给咱俩的啊！你现在这么红吗？现在没，有吧？没，比薛之谦差远了，是不是？哎，你也复婚了吗？没有，没有。你说这干嘛？开心，哎呀，恶心，听。我们两个人是好搭档，嗯，已经七八年的时间了。八年了，重新站在深圳的舞台上，真是非常的开心。是我们放眼望去，今天在座的得有好几千观众，也满了哈。楼上楼下灯太亮，基本看不清楚。面光灯太亮了。楼上有很多的朋友，而且坐那么高。把这灯关了，把楼上灯开给我们瞧一眼。对，嚯、哦！好家伙，后面那都满的。嚯、哦，那都是人。谢谢。我天，那二那上面也有。那也有，我天哪！嗯我，你怎么坐那么远？你是真的没有钱吗？不不不，这就是你不火的原因，得罪人一天到晚的。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哦，真的没有钱啊，好好好，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慢慢挣钱吧。有那么多的朋友，而且据我所知，刚才演出商跟我说，嗯，今天不止我在这演出，还有谁啊？深圳还有演唱会，对吧？哦，对，有，五月天是吧？五月天演唱会啊，希望五月天演唱会成功。阿信啊，希望你们成功。还有谁？还有谁？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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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是谁？希望你看见自己的黎明。好，我希望看到明天的黎明啊！黎明四大天王之一，对，今天也有他的演唱会，也有啊。本来看演出的朋友就这么多啊，对，那就分散了，还因为有闲的就这么多，然后呢，还给分散了，是有点对不起人家了。我们两个走上台，还有热心的朋友送来礼物，是送花，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真的，现场都有七八千的观众啊，就三个送礼物的哈。特别好，特别好，没关系。尤其是前几排啊，这些个有钱人哈、啊，就是前三排，你看啊，啊，高价买的票，多少钱买的？2000买的票，两千买票，你疯了吗？2000的买我票，真是。2000你就可以包我了，知道吗？没有渠道，主要是。我现在我多便宜了，我。要不是过气了呢？那可不是，去年还稍微贵点儿，去年正红的时候。是。去年2500。一宿？谁说一宿？谁说一宿？凭什么呀？不开玩笑了啊！不开玩笑，这个确实也没有人拿钱。这个确实没有舍得花钱的。
半年。你看看，好吃不贵，包一年打折哈、嗯。我们两个走上台，发现台底下那么多观众，不少啊，真是特别开心。是啊，特别激动。嗯，我小月月，我何德何能啊、嗯，能够吸引这么多的朋友来看相声，而且深圳又是一个。码头城市，又是一个码头，又是一个南方的城市，对，发达城市。我们一开始以为相声只发展在北方的城市，我没有想到南方深圳有这么多的朋友喜欢，南方也能接受，喜欢听相声，真的真的。你们是走错了吗？还是不是哈？那怎么等五月天了？就你看手里的票是不是五月天？不是不是哈？确定没有走错是吗？好好好。真好真好，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冲的是什么呀？什么呀？欢乐。哎，说实话，咱们现在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对，没有一个消遣娱乐的方式能让您开怀一笑，释放了。听相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嗯、我们这些个年轻的相声演员又喜欢说相声，对，对不对？又喜欢研究，喜欢琢磨，嗯，喜欢把时间花在相声上面，本职工作。我今年岁数又不大，我19岁，我以后的路以后的路可能还比较长，哎，但是我现在就很努力。哎，没听见是怎么着啊？聋啊？这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嘛，对不对？那是让你跑慢点，知道吗？干嘛呀？你说什么呢？多大岁数了？你问我的岁数吗？对，您的芳龄。我的芳龄，嗯，20。我今年这个岁数啊。二十多了啊！咱们看谁累好不好？21了，22，差不多得了哈。对你，你22差不多啊，30多岁了。嗯，您高寿啊？我不到100。您也快上墙了。嗯，就喜欢研究相声。嗯，对不对？生活当中一天24个小时吧。24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这是必须的啊，必须。其他的时间我们研究游泳逛街聊天喝茶唱歌，再有的时间就是研究相声。把这个相声，您哪儿还有时间呢？时间嘛，你挤挤总会有的嘛，对不对？您说的是时间吗？除了时间还有什么挤挤还能有？嗯，达克宁。啊，确实有，确实有。嗯，说牙膏没意思。嗯，挤出时间来研究相声。是回馈给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没错。朋友们为的是什么？就是笑。是啊，开心。嗯，你知道笑吗？知道啊。你知道笑？嗯嗯。我的朋友，你知道笑，我很开心。真的。你开这么近呢？你知道笑，我跟你妈，我们都很开心。这。我开了你，我知道孝顺是怎么着？不用。废话，是不用。谁跟你客气了？笑吗？嗯，笑。您那是笑吗？您那不贱吗？不懂不懂，我还不懂。笑是这样，笑什么样？贱呢？它是有区别的。您这贱笑，这笑，它都是有规矩的。就这笑容啊，是有规律的。这有什么规矩啊？笑容来得快，回去的慢。您说这笑脸儿，对呀、啊，哦，来得快嘛，这脸恢复这个原貌慢，对，这没观察过，没有观察，没有。我给您做一个表演，表演这个笑。咱比如说某一观众往这一坐听相声，嗯，某一观众，哎呵，这个相声说得好啊，是，哎呦，这个逗哏的，你看看，哎呦，吴亦凡，我的天哪，观众也瞎，嗯，真好看啊，哎呦。看见什么了？这，这就开心了。嗯，嚯，还笑着呢。呵，哎，
你看这表情走时能用，你看。哎呀，怎么了？猝死了，这才回去。笑容这才回去。您这也太慢了。就这样啊？不不不，这太慢了，耽误事。您学会快着点。笑容来得快，回去快，回去的也快。对对对，不合适。整齐，容易把旁边的观众吓跑了。都这么笑，好。再来一回。来一回。哎呦，这个相声说得好啊！啊。哎呦，薛之谦，我天哪！哟。好，这给摁回去了，合适吗？这不合适了，这是规矩。是是是，万事万物是一理。还有什么呀？什么事情都是有规矩的。您再说说，咱比如说啊，哎，挠痒痒，就这快痒痒，每个人都痒痒过吧？都痒痒，对，对吧？啊，挠痒痒都是有规矩的。挠痒什么规矩？以这个腰为界限。哎呀啊，腰以上痒痒了，往下挠；腰以下痒痒了，往上挠，这就是规矩。研究了吗？没有没有。为什么？找不着腰。这个人很诚实。嗯。找不着腰。找不着就是找不着啊。这些是你的腰啊。我的腰比你脸还宽呢。大腰嘛。没有大腰像话。啊？棒棒糖。以这个腰为界限，哦，做一个表演啊！哦，腰上面痒痒呢？比如说脸上被蚊子叮了，您这脸，嗯，啊，蚊子得撑死我天！好，哎呦，哎呀，这惨着蚊子死的，哎呀，好家伙，嘿，还挺痒痒，起包了，挠吧，挠吧，哟，哦，这么挠，哦，看见了吗？往下挠，是是是。咱比如说腿上，又叮了，你看正招蚊子还，死了，还挺痒痒。是是是，往上，嘿好，往上挠，哦，哎，行行行，您这不是挠痒了，这是，这憋着挣钱呢，这是。您等会儿，我再问您，就是这么挠，这那叫腰痒痒了呢？啊？腰又痒痒了呢？腰痒痒啊。那就让它痒痒着，哎，好，忍着，你横着挠啊，横着挠，哎，哦，这倒是，这是规矩，哎。话说回来了，规矩都是人定的啊，这规矩能打破，打破它的规矩，打破这规矩多好啊，不好，你上面痒往上，下面痒往下都好，再来一回，来，一样嘛，又叮一个，好的嘞，好嘛，啊，哎呦呦呦。挠往上快，一会儿劲儿过去了。嘿，嘿，好，《西游记》看多了，真是不好看。腿上呢？腿上，哎，好，这蚊子都灭门了，真是。痒了，快挠。走。哟，太难看了，不好看。是是是。什么事情都是有规矩的。还有什么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您说。大街上走着呢，嗯，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哦，前面走嘛，后边有人喊。对，这个回身跟转脑袋，嗯，什么规矩？先转脑袋，再转身体。哦，就脑袋先回过来，身子再跟着转过来。对，是这样吗？当然了，我就没观察过。咱俩做一个表演。表演。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行。看看是不是先转脑袋，再转身体。啊，你前面走，我后边喊哈。这就开始。来来，开始开始开始。不废话了。好好，前面走啊。我们打雷了。出门这么大危险呢，大傻子，哎，咋这没听见啊？谁大傻子？你不让我喊你吗？喊我岳云鹏。哦，喊大名啊。你小名大傻子呀？我听你后台老那么叫，大名哈。啊？谁喊我？别瞎答应，打雷呢。有点什么啊？
岳云鹏。二傻子，傻子我还排在二上吗？怎么了？你也去买药吗？没，没有治傻子的药。你的药也吃光了。行，你们说还真是这个，听见脑袋转过来，身子在跟着转。先转脑袋。哎，话说回来了，要先转身上后转脑袋呢？不合适。合适。容易把旁边人吓跑喽。吓不？再来一回。来，岳云鹏。谁呀？我还以为今儿清明节呢。谁？啊，那我先走了，要不然我等一会儿啊。我怕等不到了。喂，二傻子，去，您那是平庸鱼啊？这是个不好看，这确实不好看了。哎。这要脑袋跟身上一块儿转的，一起转，整齐呀、啊，难看。嗯，再来回，来，岳云鹏，火，您是谁？嗯，您这自己火、啊，哎呦，诈尸的，二傻兄，这谁二傻子呀？没有，这太不好看了，诈尸似的跟。咱再举一个例子，还有什么呀？更简单的例子，就连说话都是有规矩的。说话怎么规矩？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合，说出的话来，声音大和声音小都是有区别的。这个大小声还有区别？当然了。哪儿的声音大呢？饭馆这个什么饭馆？您那个嘴啊，就是正练吃点人饭，听我的。饭馆，哎，说出的话来声音就大，饭馆嚷起来、喊起来。才显得那么热情，那么开心，是那样吗？两个人都非常的高兴。我没有什么印象，没有什么印象。嗯，咱们两个再做一个表演。又表演？我演一个饭馆的小伙计。嗯，您来一个嫖客，您来一个。哎，您演一个食客。您等会儿，咱们两个人。等会儿，我说错了。不是，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我来一个嫖客，您来小伙计是吗？哎呀，我长得有那么惹火吗？没有，你长那么讨厌你。饭馆的小就这样，下意识说话声音就大了，是吗？来一回，来，开始啊！得嘞，到饭点了，找地儿吃饭去。各位里边请。这是一饭馆，嘿。伙计，您来一个食客，饭乞儿，北京话叫饭乞儿。哎，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好，我来伺候您，看看是不是很开心。就这招待我时候，这声音很高兴，就越来越大啊！里边什么都有，喊糖的。里边有面，啊、有菜，啊，就什么都有。走一走，瞧一瞧，嘿嘿，来了，先生。哎，来。吃什么？吃什么？我们菜单随便点，随便看，随便看，随便点，随便点一点，随便看一看，吃点什么？你怎么那么贫呢？你，习惯就好了。别动手动脚的。吃点什么？那个不看菜单了。怎么着？不认字吗？你不认字。那、啊、怎么不看呢？我吃的简单。吃什么？一盘花生米，二两老白干，三两猪头肉。一盘花生米，二两老白干，三两猪头肉。喂，你尝尝行？哎，真快啊！怎么样？咋着？是不是说话声音大？你是不是觉得我很热情？你是不是喜欢我？那倒没有，我想抽你。为什么？你踩我脚了，你知道吗？你走这么近干嘛你？好的，您等会儿吧。你往那儿一站一吆喝，这是饭馆啊，有面什么的，我就明白了啊。解放前北方的那个好多饭馆有那个喊堂的，现在也这样。还现在还，你什么嘴呀、啊？这都是，过去那北方喊堂就是里边两位，楼上雅座，全那么喊，都这样。现在没有了。你看现在好多餐厅讲究这个环境要安静，嗯，用餐的环境要优雅，嗯。你看那服务生都挂个手机往这一站，尤其那西餐厅，你看这西餐厅都能喊这个了。顶多有一弹钢琴的在那儿，你干嘛学西餐厅？主要是你高级啊，显得档次高啊，对不对？声音小一些，声音小一点，不合适，合适，再来一回。好啊，来，干嘛非得嚷嚷？
什么都有，有饭，有菜。来了，哎，哎呦，天哪！这什么？这是彩蛋，随便点，随便看，随便看，随便点，随便点，随便看一看。不看。不认字吗？你不认字，吃的简单。干嘛呢？一盘花生米，二两老鹅肝，三两猪头肉。够吃吗？管得着吗？上菜。警察，哟，怎么弄？好，您这做什么交易呢？这是，声音小根本就不行。这有点太不合适了，是不是？那哪儿应该声音小？声音小啊，公园里头。为什么呀？两个青年人约会，恨不得全世界就这两个人听得见，燕语莺声，低声细语。哦，公园里两个青年男女谈恋爱，不一定是男女。哦，他们两个人呢？声音特别的小，月亮月亮月亮，那个咱就是男女，就是标配，就是男女，啊，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怎么了？标配是男女吗？对。高配呢？高。女女男，还是高配好啊？顶配呢？女女女女男。还是顶配好啊，对不对？没赶上，哎，你看头一排大爷开心呢，大爷喜欢顶配，对不对？嗯，谁不喜欢顶配？不是，咱别乐，乐什么了？跟你看见了似的，不是，就正常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对，好，男女谈恋爱。对，全世界就这两个人听得见，是吗？环境也是非常的优雅，环境前面是山，后边是山，左边是山，右边是山，俩人坐盆地里了，你看，盖上盖的活埋了，你四面是山怎么进去的呀？跳伞，他没听说过，再摔死一个的。有山有水有河流，哎，对了，两个人约会，是咱们两个表演一回好不好？青年男女谈恋爱，对，我来这个男的，谁？因为我有阳刚之气，你。你来那个女同志，好不好？没听见，我喜欢那个大胖娘们。对，我不喜欢这大脸蛋子的，我告诉你。你没听见呀、啊嗯？你来男的，我来男的。那我来女的，好不好？哎、全是男观众鼓掌，你看了吗？因为我有阴柔之美。哎，你到底有什么呀？你来这个非常魁梧的爷们儿，好不好？哎、对，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行，咱们约会。可以啊。我这模样也不像一个女同志。你怎么捯饬？捯饬一下啊。哦，捯饬完了就像了。对了，哎。我怎么觉得你怎么捯饬也不像？您这是什么超短裙？嚯！哦，头巾。嗯。好家伙！啊，跟包了一半的鸡蛋似的。是啊，好，我都想起奥特曼了，这就成功了哈。嗯，咱俩就是定约会。嗯，见面互相得喊。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行，约会啊。行。哎，行了，今儿周末约我那女朋友见个面，也不知道来没来。哎。你怎么就不能放我一回鸽子呢？我这个。
谁说的？谁说谁来？那是传染病怎么办？你快点，我自己都觉得恶心。我都咽了好几口了，我都。说话，那个来了，来了。那个就是，你闺女什么时候到啊？你废什么话？我就是那个闺女啊。倒像龟的女儿倒是啊，这叫名字是吧？那个来了，来了，大秃子，您薛薇等一会儿啊。你还薛薇呢？你们家那姑娘叫大秃子呀？那应该年轻漂亮啊，大秃子好听吗？年轻，年轻，对的，年轻的，来了，来了，二秃子。还是年轻了一些啊，那是行二的。走走走走，怎么了？人家是个姑娘，这个名字怎么带个花啊，带个草啊，好听点的名字呀。又还有花有草呢。那当然了。来来来来来，来了，来了，菜花。哎，花菜怎么样？菜花好听吗？行了，这白花花这一片可以了，你要是绿的就是西兰。行了，凑合吧。菜花，土豆。哎哎哎哎哎哎，谁爷们叫土豆啊？我都菜花了，你凑合着吧啊！行行行行，这蔬菜谈恋爱了是嗯。菜花，土豆，那什么啊？芹菜最近好吗？芹菜这不跟胡萝卜好上了吗？哟，那紫甘蓝多生气。过去过去。还紫甘蓝都出来了，那掉菜地里了是怎么着？你从菜地给我出来啊！小花，土豆。我问你，你爱我吗？我当然爱你呀、啊！我要不爱你，我是茄子。哎哎，离不开了。那个，你都爱我什么呀？我爱你工作积极、学习努力、天天向上、爱帮助人。嗯，以后我们改。你还爱我什么呀？想不起来了。你看，咱俩也交往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样？那个，咱俩要不这么着吧？嗯。就下月咱就结婚呗。谈到这个话题了吗？哎，我也是没辙了。结婚就结婚，怎么样？拉钩。说好了，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你动手！干嘛？你讹人呢？是怎么着？你，我这靠着不动了，怎么了？这怎么样？您等会儿，您等。幸福感有没有爆棚？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都觉得活的时间长了，我就你。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这种谈恋爱方式啊，我明白。嗯，六七十年代我父母那一辈人这样，现在也这样。哦，不不不不不不，过去呢谈恋爱，男女谈恋爱得背着人，因为就过去不好看，说不能打破他的传统啊。不不不，现在这谈恋爱的九零后、零零后的，您难都说了男女都不分了呢？你看现在那个零零后走大街拉着手抱大街就啃，有的是。你谈恋爱又不避讳人，那你什么意思？你大点声，大点声，大家都得知道啊。再来一回，咱情侣嘛，对，就是大点声呢，干嘛非得小声说话？这是我，这是男女朋友啊。来了，来了。你吓我一跳，你听相声往后撤什么？你没看见我差点摔倒了呢，踩地雷上了你吗？来了，来了，菜花，土豆，
菜花，土豆，菜花，土豆，菜花，菜花了，菜花人八元了，五毛钱八元了。我凭什么比你便宜三毛钱？跑这卖菜来了？你先卖的菜，别废话。菜花，怎么着？我问你，你爱哥们吗？我当然爱你啊！我要不爱你，我他妈鞋子。哎，你都爱哥们什么？我爱你，工作积极，学习努力，天天向上，爱帮助人。你还爱哥们什么？老娘想不起来了。哎，我告诉你，吓唬谁呢？啊，你以为哥们不敢呀、啊？怎么着？哥们豁出去了，下月娶你。娶我？怎么了？姐们儿，我嫁了。快快来呀、啊！怎么着？怎么着？就这么嫁了？大伙儿说他有点，我去你的吧。这世界很酷。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节日游戏》，表演者刘鹤春、关鹤柏。谢谢大家。哎，是谢谢谢谢谢谢大伙儿啊，今天是岳云鹏老师的相声专场，是说的特别的辛苦。哎，因为今天整场节目呢他得表演三段，嗯，所以说中间呢我们这些个演员上来给您说这么几段，好多朋友啊可能对我们不太了解，不认识啊，因为我们一上来就出去上厕所的。是祝您成功。嗨，这有不成功的吗？祝您成功。好，其实我们中间这些个演员呢、啊、就是起这个作用，利尿。我们改车前子了是吗？都上厕所去了吗？哎，我们上来呢给您说这么一段啊，啊，给您一个上厕所的时间，休息一下，不耽误您一会儿听下一场。哎，不着急，您慢慢的去。是，我们慢慢的说啊，啊，千万别着急。是啊，容易拉裤子。嗨，没有那么着急的啊。好多朋友可能对我们两个人不太了解。是因为什么呢？啊，平时您看电视从来就没见过我们两个人。对啊，净看郭德纲、岳云鹏了。嗯，从来就没看见过我们俩，主要是不让我们俩去。不要老说实话好吗？实话也不能说，那是不让你去。你也没去啊。我是不愿意去。你愿意去也没让你去。不要再说了，不让说了，已经非常伤心了啊！所以上来呢，做个介绍，来说说吧。又有一个走的，哎，对。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可能实在憋不住了啊。我叫刘鹤春，是，他叫关鹤柏，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都是郭德纲老师的徒弟，对，是岳云鹏老师的师弟，嗯，鹤子科的演员。哎，其实关鹤柏老师说相声呢，嗯，年头比较多，是。关老师是北京人，哎，这对啊，跟刚才孙越老师一样，哎，他们都是北京人。是北京人嘛，啊，咱们大伙儿都知道。怎么呢？跟这个山顶洞人、嗯、不一样。这可不一样。不一样吗？多新鲜，您刚才说的那是猿人。我看你挺猿的呀。哎，好，哪个远呢？啊，我是老北京。老北京？哎，老北京嘛。对，就在他小的时候呢，啊，还穿树叶子，哎，出门打猎。那等会儿吧，还是远人呢？不是吗？不是，北京生北京长，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喽，而且他跟咱们在座的各位都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他是满族。哎，这是满族。哎，所以说他对生活没有过多的要求，特别满足。那哪个满足啊？不是这个满足，少数民族那满足啊。过去跟清朝的皇上是一个民族。哎，好多人就问了，问什么呀？
过去的皇上都姓爱新觉罗，对，他是满族，他怎么姓关呢？哦，不明白，这是后来改的汉族姓氏。对，啊，原先的时候他有这个满族姓氏，都有啊。他满族姓氏是什么呢？什么呀？叫呱呱呱氏。对，我轰鸭子去了，我。什么叫鸭子？不，哪儿我们这不呱呱呱氏，干嘛轰鸭子吗？这不是？不是，没说你这职业。谁说职业了？啊，我也没说职业，就是您满语吗？满语也没有呱呱呱氏啊。那叫什么呢？那叫呱尔佳氏。呱尔佳氏，对，所以说他是旗人啊。啊，过去来说分八旗子弟嘛。对啊，他们家应该是这个、啊、星条旗的。哎，干嘛？我是美国人是怎么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哎、我这没出去过。哪有星条旗呀、啊？那您是我这整蓝旗，整蓝旗的北京人。对，啊，说相声年头比较多。啊，但是他说相声啊，啊，说实在的，他不是为了艺术，不为艺术，其实他就是为了混饭吃。我怎么还混饭吃？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个演员小时候脑子有问题。谁说的？到现在也没好啊。谁呀、啊？真的，我当着各位，我不愿意说这个。哎，甭废话，你说说。今天来到深圳了，透露一下这个秘密。还透露？我们德云社每年给演员体检、嗯、啊，都这样啊，做这个脑 CT 啊，给他做完了，医生一瞧这检查结果怎么样？他这个症状叫什么呢？什么呀？绕智。哎，你先等会儿吧，我都没听说什么叫绕智啊。不是绕智吗？绕智。我就知道有一个弱智。你比弱智还绕一圈，那我还不如弱智呢。所以说嘛，小时候脑子就笨，后来就弱智了。谁呀？再发展绕智。你这家里头大人看着心里头也难受啊。啊，这孩子挺好的，怎么后来就这样了啊？你父母心说你这怎么办呢？对呀、啊、有些弄死吧。什么？又是亲生的。废话，留着他没什么用啊。什么叫没用啊？送到德云社学相声吧。哦，我这么学的相声。这就送到德云社了。啊，笨呐、啊，特别的笨。谁笨呢？我们这演员都得背词儿。对呀、啊，学员的阶段都这样啊，拿着那个文本每天背词儿啊，一页纸。嗯，像我们来说，两天就背过了。啊，差不多。他不成。我呢，一个字儿背三天。这么长时间？您各位都知道捧哏的净些虚词儿吗？啊，你比方说啊，对，一个啊就背三天。啊，拿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哎！我要憋着难受，我先尿去得了。什么叫你先尿去、啊？我怎么了？我这啊啊什么呢？我这个啊，三天背完了。好嘛，开始背 O， 还是背 O？ 哦哦哦哦哦！我背的这是文本啊，还是光盘呀、啊？啊，你还配过那个？我配什么呀？我配这什么玩意儿？哦哦啊！我干嘛呢？我这儿。所以说他这脑子太笨了。谁呀？后来跟我一块儿说相声了。啊。我是什么心情呢？什么呀？积德行善。什么意思？就是扶贫，你知道吗？哦、啊，你跟我一块儿说叫扶贫。我不要他，没人要他。这胡说八道嘛。所以说嘛，我就这么着就算了。脑子是有问题，对不对？脑子没问题。你承认不承认有问题？我不承，我没问题，我承认什么呀？真不承认吗？真不承认。那你怎么证明？证明好证明啊！啊，当着各位的面，你出题考考我，一考就知道了。怎么着？出题考啊！我的天哪！怎么了？你这是一个自杀性的建议啊！我哪儿我就自杀了吧？出题你怎么能猜得着呢？哎，我就能猜着。当着各位，对了，出个题目，出啊，你肯定猜不着，肯定猜得着，出个简单的，来呀，肯定猜不着，那能猜着，听这个啊，啊，难了，你说，说，猜。对吗？对了，什么就对了？说咱俩有病是怎么着？意念猜题，
我看你注意了没有？我这注着意呢。注意听我这个题目。您说话，你肯定猜不着。肯定猜得着。听这个，说说什么东西啊？捆上跑了，解开倒了，猜这个。不知道。不知道了啊。告诉你记住了什么呀？说什么东西捆上跑了，解开倒了，这是人。这怎么是人呢？你想啊啊，早晨起来把腰带捆上跑了，晚上回来把腰带解开倒了，捆上跑了，解开倒了。哦，这是人。猜着没有？这还真没猜着。再说一个你还猜不着。哎，再说一个，我注着意呢。听我这个啊，什么东西1004条腿但是寸步难行，猜这个。这猜着了，死蜈蚣。1000多条腿不动会儿，那么死蜈蚣吗？爸爸，等会儿等会儿啊！死蜈蚣是1004条腿吗？不是1000多呢，反正那不成，我是准数。准数1004条腿，那谁知道？不知道了。那不知道。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啊？什么呀？什么东西1004条腿，但是寸步难行？这是一个大衣柜啊，挂500条裤子。哎，我都没听说过。嗯，这什么题呀？这是500条裤子多少腿？这1000呀。大衣柜几个腿？4个。加一块儿1004。你见过大衣柜出来遛弯的吗？没有。出来逛街有吗？那是大衣柜精，那是。所以说嘛，我说的这个它自然有道理。这还有道理呢？嗯，什么玩意儿？就这题我出一个你也猜不上来。你出一个我就猜得着。这不是绕的人吗？那你出一个，听我这个。你说，听好了。嗯，说。什么东西啊？能吃能喝还能坐，明白了，这最简单。嗯，什么呀？冰棍儿。冰棍儿啊？那我问问您吧，您说这冰棍儿能吃吗？吃冰棍儿，吃冰棍儿吗？哦，冰棍儿就是吃的。对呀。啊，能喝吗？冰棍儿化了喝那水，冰水能喝。好，你说化了喝汤去。对。哎，冰棍儿能坐？你看。冰棍儿是冰棍厂做出来的。哎，不对，能吃能喝。不不不，不对，我说的不是这个做。哪个做？我说的是坐下的坐。坐下？不是制作的坐，是拿屁股坐板凳坐下的坐。你买一冰棍儿，坐屁股底下，你再坐进去。行了，这没有冰棍的事儿。哦，不对，不对。那我猜不着了。猜不着了吧？啊，猜不着我告诉你。你说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这是面包、牛奶和沙发。三样啊？我没说一样啊。哈，三样。对啊，能吃能喝又能坐啊，三样，面包、牛奶和沙发，多合理啊。那我要说瓜子儿、茶水和板凳呢？你就对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都行，你不敢猜呀？不是这绕的人吗？行，那我要再出一个，你还猜不着？啊，你出啊！啊，出一个，啊，来呀，啊！听我这个，说，听，说，吃什么东西会变丑？屎。吃什么？屎。我的天哪，那不治病，你知道吗？什么叫治病？干嘛呀？你听错了，我说吃什么东西会变丑，不是变臭。那不知道了。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吃什么东西会变丑？什么呀？藕。为什么呀？吃藕丑。怎么这里还有汉语拼音呢？这个这都没猜着。废话，什么样儿？这个行，你还能不能说？我再说一你还猜不上来啊？你再说我也能猜得着。这回我给你出一数学题怎么样？数学题可以，没问题。嗯，哎，注意听题啊。说说，假如你是一公交司机啊，怎么着？你正开着公交车呢，啊，这车从始发站出发，嗯，车上有2个人。哦，过了一站呢，没上人，没下人。哦，又过了一站，上来3个人，下去1个人。哦，又过一站，上来4个人，下去2个人。哦，又过一站，上来12个人，下去10个人。又过一站，上来26个人，下去13个人。最后问你，这辆公交车的司机姓什么？姓什么？你跟我倒腾这人干什么呀？谁让你听那个了？您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个数学题问你呢。他姓什么我怎么知道啊？不是，你姓什么呀？我姓刘啊。这司机姓刘啊。为什么呀？头一句就告诉你了啊，假如你是这公交车的司机。你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
什么玩意儿我都不会，你开车你这甭管会不会，告诉你了，咱俩谁绕智？不是，你有那好的那个灯谜没有啊？正经的灯谜行吗？正经的那灯谜你说一个，咱们大伙一块猜。正经的你更猜不着了。那不可能，我给你说一四六八句的，你说一说，听着啊，准猜得着。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水火刀枪都不怕，日落西山不见他。猜吧。放屁，不是当这么多人说话干净点啊？啊，不是我一个人说的，有的人也说放屁，没听说过啊？什么意思？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谜面，谜底是放屁。哦，您说这答案是放屁？对，能解释吗？可以。我问问你啊，头一句千里随身不恋家，千里随身不恋家，怎么是屁呢？比方说你从北京来深圳，嗯，有没有一千里地？那有了。对，来这儿出差时间长了，你想家不想家？哎呦，想家。但是屁不想家。没听说过你来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放一屁，屁觉得想家了，自己回去看看吧。啊，自己呀、啊，这个屁呀、啊，溜上飞机了。哎呦呵，忽悠悠忽悠悠到了北京。啊，这个屁忽悠悠忽悠悠又来到你们家。嗯，一推门，你媳妇正炒菜呢。是。提鼻子一闻，哎，啊，这是我男人的屁。哎，没听说过。有吗？没有，这你媳妇才长一狗鼻子呢。所以说，千里随身不恋家。啊，这就是屁。对。那不贪酒饭不贪茶，你吃饭吗？我吃饭。你喝茶吗？我喝茶呀。屁不吃不喝。哦，没听说过你在这儿吃饭啊、吃一半盛汤去了。是，这个时候放了屁啊。啊，盛完汤回来一看呢，怎么样，菜都没了。哪儿去了？屁给吃了。屁吃了。有吗？没有这事儿。就不贪酒饭不贪茶。哦，也是屁。对了，水火刀枪都不怕。哎，拿火烧你，你怕不怕？我怕呀。拿刀砍你呢？我也怕呀。屁不怕？屁不怕。你见过拿火烧屁的吗？还真没有。拿刀砍屁的？再剁着屁股。枪毙屁？枪毙屁。有没有？没有。所以说水火刀枪全不怕，还是屁。甭说这个了，屁连原子弹都不怕，还炸不着他是吧？对呀、啊。好，哎，日落西山不见他。您甭说日落西山了啊，白天谁见过屁长什么模样啊？谁也没见过屁长什么模样啊，是不是？你形容一下屁的形状，谁都形容不出来。那就看不见。哎，有一个地方能看。什么地方？澡堂的游泳池。这怎么看呀、啊？哎呦，行行行，您这越说越恶心了，知道吗？所以说我说的这是讲理。讲理管什么？您这不对。我这不对？不是屁。那你说这什么？这是影子。什么？人的影子。那你这个能解释吗？当然能解释了。我问问你啊，千里随身不恋家。对呀、啊、比如说现在让你出差离家一千里地，时间长了你想家不想？想家呀。你想家，你这影子跟着你走，他可不想家。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呢？对呀、啊、你饿了渴了连吃带喝，这影子不吃不喝，水火刀枪全不怕。对呀、啊、拿刀扎你拿火烧你，你怕不怕？我怕呀、啊、影子不怕，扎不着他烧不着他，日落西山不见他。哎，就这句最合理。为什么？太阳一落山影子就没了。太阳一落山影子就没了？没了。月亮出来了？月亮出来了。灯底下这是谁呀、啊、这是？这也是。后边这是谁？别喊呀你。干嘛报仇来了是怎么的？那后边这是谁？这是。这是影子吗？这不是。这怎么回事？不是，您说的都不算。他这带不算的。对了，我们那个屁什么时候都算。所以说你说的不圆满。我这又不圆满了。你这不圆满。哎，那这样您给我出一好的。我再出一个。正经的灯谜。哎呀。有吗？我要再出一个呀，啊，就别白出了。什么意思？说一个不会，说一个不会，听着没意思。那您说怎么着吧？再出一个灯谜，咱们俩挂点赌注。哦，行吗？就想跟我赌点什么？哎，我也不怕你啊。您说赌什么？命。命。对，这不行。怎么呢？这他妈只能玩一道题。你玩不好，我死这儿，我连捞本的机会都没有。那就赌小一点。您赌小点的。
堵你一只眼睛。这眼睛怎么堵啊？啊，比方说你输了啊，抠你一只眼睛。哦，我只要一输了，我这眼珠子就抠出一只来了。对了，那我要赢了呢，再还给你。哎，那管什么用那个？那里外里就抠我这眼睛啊？那你说咱们赌什么？咱赌点钱。这么着吧，啊，咱俺俩赌100块钱。啊，100块钱为赌注，行不行？那行啊。我出个题目，您猜啊。你要没猜着呢，那我输了，你得给我100块钱。是。我出个题目，您猜啊。你要猜着了呢，哎，那我赢了，我拿你100块钱。对。不对，那还猜什么？直接给你100块钱就完了呗。啊，我就不找了。哎，什么不找了？谁输了谁拿钱给对方，输赢就在100块钱。对了，你准猜不着。您得出那好的。这可难了啊。您来来，轻易的可不说，我能分析。听这个啊，嗯，这个不容易，听着啊，说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猜吧。怪物哪那么简单呢？他就像怪物，我告诉你吧，100块钱哪那么简单呢？是不是？不是，这有没有范围呀？ 啊，你随便。哎，什么叫随便呢？您得告诉我一范围，我猜一什么呀？告诉你范围啊，这个，嗯，这个怎么样？这是，过节期间，过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哦，那给我点时间，我想一想啊，我也想一想。哎，啊，我想想怎么拿你这钱，拿不着。嗯，分析。嗯，过节时候，民俗活动，各位，我猜着了，这个呀，准是过年时候庙会上耍狮子的，二人狮子舞，两个人。套一狮子形，准是这个。这100块钱我挣着了，不信咱问问他。刘老师，哎，您刚才说这题呀，啊，我猜着了。哦，您猜着了？我猜着了。猜着了？猜着了？猜着了。啊，我给你换一个。行。不行。俺们差点滑过去。我猜着，你给我换一个干嘛呀？谁猜着了？我猜着了。谁都有可能猜着，你就有可能猜不着。我直接我就猜着了。你也猜不着？猜着了。那你说这什么？这个啊，这过节时候庙会上耍狮子的，二人狮子舞，对吧？有人告诉你了？谁告诉我呀？有人给你发微信了？没有。下边有人举牌了是吧？人都不知道你出什么题，举什么牌啊？不是你这玩意儿，你不是你这怎么了？不是你这能解释吗？你这个当然能解释了。我问三头。对呀，狮子一个头，耍狮子两个人两个头，三头。哦，六耳呢？有三头必有六耳，狮子俩耳朵，耍狮子两个人四个耳朵，六耳。八条腿。对呀，狮子是四条腿，耍狮子两个人四条腿，八条腿。有点意思。那你瞧瞧，100块钱赢了。一只眼。一只眼。一只眼是怎么回事啊？你刚才说一只眼了吗？废话，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一只眼怎么回事？一只眼怎么回事？不知道。完了，你输了，掏钱吧。哎，不是你等我啊。我这不对。怎么不对？您这有正确答案吗？有啊。有你告诉我。我不用告诉你，你输了你先给我钱。不是您得说出来，您这谜底合情合理，有这个我给你钱，还得说出来，多新鲜！说出这个谜底来啊！过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嗯，听我这个，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啊！我问你啊，啊，这个这什么？这什么呀？这个这什么？这个呀，这是说，哎，这什么？这是我奶奶抱了个猫坐三轮车。对了，哈哈，掏钱吧！掏什么钱？人家说这像话吗？怎么呢？你奶奶啊，抱着一猫，对，坐三轮车，对，这他妈叫什么民俗活动？这个，我奶奶给人家拜年去，拜年去，拜年算不算民俗活动？行，真能矫情啊。哎！那我问问你，能给我说上来吗？能啊。哎，这三头怎么回事？三头吗？嗯，猫一头。我奶奶一头蹬三轮的，一头三头六耳，有三头必有六耳。嗯，猫是俩耳朵，我奶奶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
八条腿。你看猫是四条腿、嗯、蹬三轮的两条腿，我奶奶两条腿，八条腿吗？一只眼，猫一个头，我奶奶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三头。哎，我知道，我问你那一只眼，有三头必有六耳，猫俩耳朵，我奶奶俩耳朵，蹬三轮的俩耳朵六耳。我问你那一只眼，猫是四条腿，嗨，蹬三轮两条腿，我奶奶。我问你那一只眼，问什么？一只眼，赢你就赢在一只眼上，怎么回事啊？猫是瞎猫，我奶奶双目失明，就蹬三轮的、啊、一只眼。啊、去你的吧。这世界很酷。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拴娃娃》，表演者岳云鹏、孙越。签名啊，姑娘就是着急了。什么呀？你想发票、啊？嘿，真细致。你，谢谢，谢谢。你是要签名吗？谢谢朋友们，谢谢。嗯，我以为是个礼物呢，哈。对，其实送回去了。感谢，刚才是我们两个师弟，一个叫刘鹤春，一个叫不认识啊，关鹤白啊。哎，对。二位给您说了一段，下去休息一下。人太多了，这场又把我们的哥俩换上来了。还是我们俩？这是我们第二次出台。嗯，这个舞台对我们来说呢，您这个职业特点呢，这个什么特点？什么叫出台呀、啊？第二次出现在舞台，嗯，我们很开心。是。二位下去休息一下。换上我们了。我们给您再说一回。再来一回。朋友们喜欢听相声。嗯。真好。多好。真好。嗯。真好啊。相声这些个素材怎么来的呢？怎么来的？打生活当中来。对了，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对吗？拿这位老师来说吧。我怎么来？我的搭档，他生活当中有很多可乐的事情。好开玩笑。哎，首先说孙老师是一个富六代，像人家这样的人啊，人家都是富二代，您是富六代。哦，就辈儿辈儿有钱。六辈人都有钱。好家伙，俗话说得好，您说富贵无三辈，清官不到头，人家富了六辈。是是是，特别棒。最有钱的就是他父亲。哦，我父亲孙越的父亲郭老爷子，就那个老头啊，在北京、哎、北京的通县、哎哎哎、这都是你师父教的吧？在不在都得占我们便宜是吧？谁占你便宜了？什么叫郭老爷子呀？不是吗？孙老爷子呀。你姓孙，你父亲也姓孙。不是你姓岳，你爸爸姓刘啊？那姓孙呢？巧合，这个没有，就得这样。行，子随父姓嘛。子随父姓。哎，孙老爷子。哎，孙老爷子，在北京的通县，北京的通州区有一个外号。什么外号？大菜猪。哎，真的非常的了不起。您要说什么？到底受人敬仰。我别敬仰了，您到底要说什么？说你父亲有钱啊，大菜猪。有钱是大菜猪啊。啊。有钱这是大财主，那还大菜猪？还你爸爸还萝卜兔呢、哦、大财主。财主，我到了深圳我说的是粤语，可能没有。没有啊，你说越南话也没有这么说的是吗？大财主粤语，财主粤语怎么说？大菜猪，你看看，你看看。没有，那都是你花钱雇的知道吗？就是有钱。他父亲长得也帅，那是人高马大，漂亮。他不随他父亲，我没随，他随街坊。这个人呐、一旦随了街坊，就是行，多少有些蹊跷。太蹊跷了。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去，我们家快出事了，知道吗？
什么叫随街坊啊？怎么了？没有随街坊的。你随你妈妈呀。哦，对，我妈妈是街坊啊。你妈妈叫街坊啊？王街坊。不是，您啊，您这字儿都念倒了啊。街坊，王街坊。哎，小名叫邻居，对不对？哎，对，还是街坊。嗯，随着母亲。是，他们家确实有钱。有点钱。就这么说，他们家那个院子，我们家那大院，占地960万平方公里。不合适吧？啊，不合适，太大了，太大了啊！对对，就顾不过来，反正挺大的。嗯，院子当中，嗯，两趟高速公路。怎么还两趟高速公路？其中有一趟叫富宝高速。富宝这哪儿到哪儿啊？你父亲到保姆那屋。高速。保镖那屋。还有妈厨高速。哦，妈厨这是就你妈到厨子那屋。这我妈到厨房那屋。反正是有钱。是是是。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家那个洗手间。我们家的厕啊，厕所值得一提。那当然了。怎么呢？超豪华的洗手间。得多豪华呀。就这么说啊。嗯，马桶怎么样？纯金打造。金马桶。金马桶。好家伙，拉屎看不出来。我们家没上过火。嗯，全自动的马桶。这金马桶怎么全自动啊？有的朋友说全自动很正常。嗯，自动冲水呀。嗯，什么什么，还有清洗呀，还有烘干啊。这烘干他们家那不是。我们家怎么自动啊？全自动。嗯，他父亲不能脱裤子。怎么呢？一脱裤子马桶啪自动怼上。这一有这动作这马桶都怼上了。对，马桶有俩眼睛看，随时看他父亲，他父亲只要是一脱裤子马桶啪就怼上，有时候劲大了给怼墙上去。马桶还有俩眼睛啊，多瘆得慌啊。这个真的，这走哪跟着一马桶，这个真的就打算就松松裤腰带给怼墙了。这对了，裤腰带 不舒服了，马桶就来了。嚯，马桶就来了。马桶真是非，全自动。这太自动了，就是有钱。哎呀，好家伙，这个一般人有钱了以后他难受啊。那是让马桶怼的，那是。有钱就得花钱呀。花钱就找人看这马桶不好吗？花钱去哪儿花呀？哪儿花去？北京城里头。啊，进城。哎，去吃那个全聚德烤鸡店吃烧鹅。一般人找不到啊，朋友们。一般人也不卖呀。您这买卖都说乱了，这都全聚德什么烤鸡店吃什么烧鹅，那能卖这个吗？全聚德是烤鸭店。烤鸭店这是鸭店呢，这个往那一坐。嗯，喊服务员。平常老百姓喊服务员都是服务员过来我点一下菜，对，很规矩，就那样。他父亲不是。我父亲怎么了？为了显示自己有份。对，老带着马桶还没份。别笑，我们怼墙上一会儿给你。服务员，你看，过来。怼多了这是。服务员过来了。是。先生，您吃点什么？这是我们菜单，随便点，随便看，都有什么呀？有什么？我们这是个大饭馆，什么都有。嗯，啊，挺齐全的。是。挺齐全的，什么都有。什么都有。蒸一个骆驼。蒸一个。蒸骆驼不要切，生蒸，整个蒸啊。先生，这个我们没有这么大笼屉。好，我换一个菜吧。好嘞，来一个西红柿炒鸡蛋。嗯，啊，盖饭。还盖饭。起了，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花钱啊，您等会儿。花钱如流水一般。 别流水了，这么有钱。嗯，每天出门穿的滋刷啪嗒，带一马桶。嗯，进北京全聚德点一西红柿鸡蛋盖饭。对，这叫有什么钱呢？这是玩儿。你说这糟践吗？娱乐。你说这吃完了盖饭出去玩去了。啊，吃完盖饭还玩去呢。哎，去那个，哎，去那个夜总会。哦，有那个，有那个。在夜总会。嗯，认识他的母亲。对，是马的。你看表演，是不是表演？我这是表什么演啊？你懂，这个我不懂。我，哎，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心里够美的你。怎么了？在夜总会认识我妈。啊。我妈干嘛？我母亲干什么的呀？别急啊，别急。你母亲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知道吗？哦，这夜总会叫富贵人家吧。你母亲也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夜总会叫富贵人家，哎，这合理合理。你废废话，你什么意思？你要说到底合情合理啊？你别合情合理了，你这有钱人家的姑娘，那大家闺秀也上那玩去了，消遣，两个人认识了，多好，边跳舞边聊天，交际舞。哎呀，姑娘啊，你这个腰是真细啊。我妈苗条，脖子嚯，你这给攥死。姑娘，我妈这么矮，长得真可爱。打是亲吗？领家结婚去了。对，这就结婚了啊。嘿，有情人终成眷属，还真简单。按说他们婚后的日子应该是很幸福很美满，这两家不缺钱呢。其实不然。怎么呢？再幸福再美满也有伤心难过的时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父亲啊，没有儿子。对，我爸爸没有。你这个事儿你搁谁心里谁不难受，那么一小下，对不对？不是一小下的事儿了，可难受了。难受什么？什么叫我父亲没有儿子呀？那我打哪儿来的呀？啊，我打哪儿来的？你看我干什么？你说的我不看你，跟我有关系吗？没有。 你吓我一跳。废话，我在拼命的回忆。你别回忆了，你有我说还没你呢，知道吗？跟我没有关系。废话，直眉瞪眼，我打哪儿来的？你说的我不问你。你吓我一跳，你别你跳，你跳了吗你？你说的我不问你，啊？什么意思？你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你父亲在没有儿子之前没有儿子。您这路话呀，能简单点说吗？在没他之前，家里的日子没法过了。哦，就想孩子。有钱管什么用啊？对，对不对？他父亲一个人独坐在后院书房。家里有书房，手里拿着一本《金瓶梅》，这是过不下去了吗？这个，他得先学习啊！学什么呀？这能？好家伙，学流氓呢！这是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啊！看不下去，把书本一合，放回原处，不看了，换一本插图版的。和什么不认识字儿？别乱！把警察得招来，看人家西门大官人，西门庆是一个淫棍，不是好人，他也有后代子孙，对，他妻妾成群。看我孙国庆，你爸爸才孙国庆呢，那唱歌那秃子那是。看我孙大圣，猴啊，孙悟空，那不还是猴吗？看我孙燕姿，那是女的，那是女的，孙楠，我倒乐意，他乐意吗？真是的。真行，这个你倒没有架子啊。那倒是，少奋斗半辈子的。你等等，你就不知道，你说孙叉叉，哎，你爸才叉叉呢。看我孙 XX， 没听说过，我爸还未知数是怎么着？啊，加个 L 好不好？没听说过，我爸叉叉 L 不好吗？改背心了，我爸。看我孙叉叉 L， 这没听说过。那是你的父亲，可是你这怎么六个叉呢？你管着吗你？讨厌的这人说话什么乱七八糟的似的。看我孙某某好不好？某某，我也是一个淫棍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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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就没有后代子孙呢？我爸爸来个姑娘也行啊，啊，来个吉娃娃也行，对不对？养个狗也行是吗？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想想吧。说着话一伤心一难过，哭叉哭了。就在他父亲伤心难过，哭叉，这不拉了吗？哭了，不能哭叉是拉了。哭了，大便干燥。哼，这玩意儿干嘛？小萝莉还得哭了是吧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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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眼泪了，眼泪了。你父亲正哭着呢。嗯，小丫鬟从这儿路过，丫鬟扒窗户一瞧，哟，这老不死怎么了？这老不死，你等会儿。小丫鬟说我爸爸老不死的，
说原委也老不死，内心活动啊，心里留下的那也不行，心里尊敬。这老员外怎么了？老员外怎么还哭上了呢？对，不行，我得上内宅禀报安人。这个安人就是他的母亲，官称小丫鬟一溜小跑。小丫鬟，嚯，哟呵，小丫鬟跟够油了，该呀呀，小丫鬟还提速了。一溜小跑来到内宅，是扒窗户一瞧，他母亲也在那伤心难过呢，也哭呢，手里拿着一本《金瓶梅》。咱们家这工具书，这是看着看着看不下去了，那是把书本一合放回原处，换一本插图吧，拿去换了一张盘下来。呦呦呦，还是我妈聪明，你看还 VCD 呢。别乱了，看人家潘金莲，金莲是一个荡妇，对，她也有后代子孙。哎，有吗？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嗯，我怎么就没有孩子呢？是哪怕来个姑娘啊，这次来个吉娃娃呀，来个拉布拉多也行啊。行吧行吧行，个儿大管什么用啊。伤心难过哭嚓，哎呀呀，巴嗒巴嗒掉眼泪了。哎，掉眼泪了。你母亲正哭着呢。是，小丫鬟赶紧过来了。这丫鬟来了，哎呦喂，哎呦喂，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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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也在那哭呢？您怎么也在哭？您怎么也在那哭呢？后院书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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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也在那哭呢，老爷在那哭呢，老爷也在那哭呢，赶紧过去瞧瞧吧，赶紧过去瞧瞧去吧。丫鬟带回响的，怎么着哭了？嗯，走着走着，喊上了四个丫鬟，四个春梅、腊梅、烟梅、硬梅，四个丫鬟。你再给我妈点着了。四个丫鬟扛着你母亲来到了后院。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到了后院。您等会儿，哎，四个丫鬟干嘛扛着我妈呀？没腿。哦，没腿。来到了后院书房。您等会儿，没腿。对，我说怎么攥着脖子跳舞呢？合着我妈是个跳棋子儿，你说这什么孩子说自己的母亲是个跳棋子儿？你说废话，什么叫没腿啊？有腿吗？有腿，有一条真腿，还一条假腿。来的没这这两条，两条真腿。哎，前面那两条是真的，后面那两条假的。你妈才四条腿呢，你妈才 XO 呢。她左前右后是真的，没听说过，就两条真腿，就两条真腿，就两条腿。搀着你母亲来到了后院书房，搀着进去一瞧，他父亲正在分吃分吃的生气呢。这俩字您会写吗？哟，还分吃啊。我说老员外，是平日里您都欢天喜地，是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我妈有学问。我说鹌鹑呐。你妈才鹌鹑呢。我把你安人，安人。我说安人呐，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我妈是存款呀、啊、还是骨灰呀、啊、取出来像话吗？取过门来。我把你取过来多少年了？多少年？四百余年了吧。老妖精，十四五年了吧。哎，你给我生下一儿了吗？哟，完了。没有。在打脸呀，这是养下一女了否？你还质问。否否，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啊？啊！哎呀，你等会儿，妈也急了，让我妈！哎，让你妈孙家！哎呵，我气死你！哎呦！啊！好，以后切墙上了。嗯，少看那猫和老鼠啊！听我的，干嘛呢？一个这么矮，一个这么高啊！啊！就你父亲一生气蹦桌子上了。哎呀，你母亲一着急躺地上了，撒泼。两个人光打架是没有用的，打不着也。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嗯，夫妻没有隔夜的仇。对呀、啊，转过天来两口子一商量，要去高山求子，就是过去那叫拴娃娃。我不知道咱们深圳行不行拴娃娃，嗯，在北京是流行的，北方拴娃娃，嗯，去寺庙里头拴一个泥娃娃回来，对，回来以后这个母亲就怀孕了，就这么说法。其实就是封建迷信。对对对，为了找一份心理的安慰，哎，为了他。他父母拜访过四大名山，那都是为了我呀。去过峨眉山，为我；去过普陀山，为我；去过五台山，为我；去过花果山，为猴。四大名山，别，我的天！别你的天了，花果山干嘛去？给你找大师兄，给你找大师兄。你们家才没大师兄呢，知道吗？你师父被人抓走了。没有啊，像话吗？
没有花果山，北京西边有座妙峰山，京西妙峰山。哎，京西妙峰山是4月28的庙会。嗯，他母亲3月底就开始捯饬，提前1个月，为了抢烧头一炷香，虔诚。又打苏杭二州运过来的绫罗绸缎，哎呀，一件一件做成了衣服。家奴院工站好了，摆成一排，一人手里拿着一件衣服。他母亲开始挑，挑新衣裳。夫人，看这件行吗？行吗？好，就这件，我喜欢这个。妈妈妈妈妈，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说话，平顺。个矮。对对，没有你，因为你师傅呢。我喜欢这个红色啊，我就穿这个了。嗨，哎，要点脸干嘛呢？你当着家奴院工的面，这女主人就脱衣裳啊？你母亲也说了。对呀、啊。讨厌，讨厌，都转过去，转过去，都转过去，转过去。我上头来换去。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不一样。上哪换？您上屋里换。上屋里换。哎，换好了衣服，开始洗脚。干嘛洗脚啊？过去的女人呢，都裹脚。过去那缠足，把这个缠足布卸下来。嗯，开始洗脚。是。洗完了脚以后，水都黑了。好，我妈是掉色了。再洗脸。这不没有没有没有，妈妈妈妈妈，洗反了，洗反了。先洗脸后洗脚。先洗脸后洗脚。哎，对了，然后漱口。没糟践你看。喝了是怎么？总而言之一句话，梳洗大便完毕以后准备出门。哎哎，门口啊，溜溜溜溜，梳洗大便拉空了去啊，这马桶是没电跟不过去是怎么着？梳洗打扮，打扮呢？准备出门，门口有一辆大马车在那等着。马车、嗯，上了大马车不到10分钟就到了，太近了。到了京西妙峰山山脚下，嗯，依着他母亲的意思，是要拜山。什么叫拜山？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哎呀，显得特别的虔诚，心真呐！你想想，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嗯，人得成什么模样了？我妈改瘦性了。这会儿小丫鬟得拦着，丫鬟就是那个娘提速那个，不是那个，哪个？这是他母亲的贴身丫鬟。哦，提几人？什么叫贴身丫鬟？打丫头，就是他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小丫鬟陪着他母亲睡觉，就打小一块长起来的，一个被窝睡觉。是是是，小丫鬟得拦着，得拦着我妈。夫人呢？哟呵，夫人。咱可不能那样啊！您这夫人，我心疼你呀、啊！这，你心疼心疼我爸爸得了你。这是贴身的丫鬟吗？这不还是那厨子吗？那贴身的厨子这是个。你看承认跟厨子有事了，你看谁承认了？我可没说什么啊！废话，那小丫鬟是女的，嗓门粗一些怎么了？没有，得细一点。夫人呢？夫人。咱找一个二人抬吧，二人抬到了山顶上，也特别的虔诚。你弄，一娘娘墙上长一大胡子是吗？什么大胡子？这是干嘛胡子吗？小辫儿吗？小辫儿梳到这儿啊？啊，跟这儿甩小辫儿，小辫儿这么甩啊？好，这么甩。好，找了一个二人抬。对，抬到了山顶上。嗯，到了山顶上，依着他父亲的意思。要敬山。什么叫做敬山？闲杂人等全都闪开，就剩他母亲抢烧头一炷香，开砖厂一样。朋友们，光有钱不行，是还得有势力，得有权势啊。他父亲站在山顶上大喊一声，我父亲呢？闲人闪开，我要我闲人闪开，还忘词儿了。我要这铁棒有何用？哎，爸，我要这变化又如何？这家丑别外扬啊，听我，不是这词儿啊。闲人闪开，我要净身。哎，这我唰，您等会儿全都闪开了。废话，那怕溅一身血呢。这什么叫我要净身呢？那拴什么也不管用了，那个。万一管用呢？没有，绝没有万一的，是吗？我要敬山，我要敬山。哎，唰，全都闪开了，躲开了。偌大的大雄宝殿，嗯，就剩他母亲一个人，就我妈一人，还有一个老和尚。哎，哎，合适吗？乐什么乐？怎么了？瞧见鲁了是怎么的？你干嘛有一老和尚啊？老和尚有用，我就是怕他有用。你怕我也怕，总是怕哪行？没没，我就怕这个，知道吗？这老和尚干嘛用啊？老和尚旁边得念经啊，
念经？求子经啊。哦，多子多福求子经。求子金刚经啊，你忘了？我哪知道，我也没学过这个。求子金刚经。我给您学一段吧。您会？那、啊，家传。嗯，你父亲和尚。这都听出来了，你，我也没说你爸爸呀。你母亲往那一跪，老和尚旁边念经。哦，我母亲在那跪着。求子经。老和尚。接接不了僧，接接不了僧，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前面是什么呀？哎，无所谓。哎。嗯。也是瞎着念。大成成就，道成其将成，斋主虔诚，上香设拜。还有台词儿。台下如江声浩，苦海滔滔，孽子招恶人，不行半分好，枉在世上走一遭。哎、不是求子吗？远观山有色，细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有回来日，死去亡魂内不回归。这位大师，您等一会儿。接接不送接，别讲。您这不是求子吗？对呀、啊，怎么还有一个死去亡魂不回归呢？死去亡魂能回归吗？不是，回归不就完了吗？你什么意思？求子经啊，就是求，他得先念死一个呀。哎呦，我就没才能够投胎转世吗？哎呦，就没想到，我还这么占地方呢，您这。哦。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死去亡魂内不回归。阿拉哈尼那，阿拉哈尼那。那位还坐船走的。归根，这就是。您求子干什么？求。哦耶！啊！哎哎，停会儿，那个，请教您个问题啊，哦耶是什么意思？嗨、哎，你误会了，误会了。我怎么误会了？哦耶是梵文。啊，我现在烦着呢，我就问你什么意思？梵文它意思就是痛快。它痛快？不就是快了？嗯。快，哦耶！哦，我说现在合影都哦耶啊！哦，快乐。老和尚念开心了。哦耶，接接不了。什么呀？嗯，我牵着马，迎来日哎，等会儿吧。行了，这你蒙不了我啊。怎么了？这是求子经吗？这不是西游记吗？当然是西游记了。你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西游记》主角是谁？主角唐僧啊！唐僧干嘛去了？西天取经啊！他得先取经啊！他得。我还外国种，我还是。嗯。耽误人家四个人，你说。牵着马，那个我迎来日出，送走这么多和尚，乘大道走吧，进。不是那个，来，你那个我一番无拉，我敢问路
在何方？那还迷路了。路在脚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白龙马，动画片呢？赤朝西，驮着唐三藏，带着沙土的西。那个，您不是我，我就问一句，我是哪一集出来的？我刚翻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我魑魅魍魉，怎么他就这么多？有点后续呢。俺老孙来也，哎呦，是不是到我了？到我了！我是续集出来的是吧？哦耶！那就没有，甭那么开心。没有。再看他母亲，往那一跪，烧香祷告。这得念念词儿。老娘娘在上，小奴家缺门德事在下。你妈缺德。小奴家野门鸡事在下。你妈野鸡。傻门蛋事。你妈傻蛋。孙门王事在下。对呀、啊。希望老娘娘保佑我们得一大胖小子。没错。我们愿意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多好。小奴家在这儿给您磕头了。磕头。当当当。我妈脑袋金刚钻儿的。老和尚旁边敲磬呢，没那么寸。他母亲站起身来，又打兜里掏出一个红线绳来，哦，准备拴娃娃，拴泥娃娃。哎，我妈还套个流氓呢，你看。抬头一看，老娘的怀抱的一个，那神像怀抱的，这个不能拴，为什么呀？长大以后真命天子，哎呦，没那个命，不行。低头一瞧，地上趴着一个，地上那个，这个也不能拴，为什么呀？淘气不好养活，是。再找吧，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在老娘娘供桌底下发现四个娃娃，四个娃娃，谁呀？有你，有我，梅艳芳、柯受良、张国荣，你们四个。我跟仨死鬼混什么呢？打麻将呢？哎呦，你妈一眼就瞧上你了，瞧上我了。这是我的孩子，是，这是我的娃娃，我喜欢他，就把你抱家去了。抱家去了。到家以后不到一个月，怎么样？你母亲怀孕了。哎呦，这灵啊！不服行吗？不行啊！不服行吗？不行啊！老和尚多灵啊！这老和尚多灵。这世界很酷。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学评书，表演者正好张金山。得嘞，感谢大家的掌声。哎，听相声听到现在呀、观众也笑累了。是，趁着这个机会，岳云鹏回到后台喝点水，哎，大伙儿也借着这机会撒点尿，别搁一块儿说，咱们两件事儿、两件事儿啊、您尿尿的时间就是他喝水的时间，哎，瞧让你说的，刚才我们在下边后场，在听大伙儿乐，我们心里特别高兴，深圳的朋友啊，太朴实了，哎。花钱买票看演出，自己在底下唱，一块儿过瘾呗。啊，真是，哎，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嗯，听相声你就要放松。对，你现在岳云鹏红，红到这个程度，有的时候他也要端着一点。哦，就过去的他不端着，非常的放松。哦，经常跟大家互动。啊、拿手指着观众，你上来呀。对对对对，全体观众拿手指着他，你下来呀、来回能玩好几番，可不是，来回能玩好几番呢。哎，就这个问题，郭老师就嘱咐过岳云鹏，怎么嘱咐？就这个，你上来呀，你下来，就这个游戏啊，
北京可以玩，南京也可以玩，深圳也可以玩，东北尽量不要玩。因为东北人脾气都直啊，是不是？这个事儿我有发言权啊，因为我是沈阳人啊。啊，这时候在东北演出，头一排坐一大哥，你拿手指他一个人，你上来呀！你看这大哥那眼神，这怎么个意思？这是妈上去就上去，真上来了。这时候上来往那一站，哎，我上来了，怎么地吧？那怎么办呢？咱能把人家怎么地了啊？大爷您下去吧，得客客气气人坐回去，就是这么回事。啊，真是人啊，人红没有道理可讲啊。现在您岳云鹏红成这样，这我不是替他们吹牛啊，这叫五六千人体育馆吧？对，一报岳云鹏孙悦，底下掌声雷动，喜欢呐喊声啊，就这么一声，对吧？然后打便木条出来俩肘子，愣登愣登就上来了。那个孙悦都胖成什么样了啊？胖成什么样？跟他站在一起，你都忘了小悦也是个胖子了，也是跟那边云鹏显得苗条，对吧？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人的名树的影啊。哎，我给大家说一个真事儿啊。您说，德云社天桥剧场，旁边有一个小书馆，坐满了能坐70个人，坐满了能卖70张票。郭老师开业那天在里边说《济公传》，70人的小剧场卖了148张票，那就坐不下了。站票，还有几位愣在外边坐台阶上听的人兜里有票。哦，你能比吗？岳云鹏在里边说单口相声，70人小剧场卖了85张票，那得卖加座卖站票了。卖站票了。我在里边也演过呀。您演过，您叹什么气呀？那天有点特殊情况。怎么了？那天下雨。哦，天不好。下的还挺大。哦，咱这行就有这个老话。哪句？刮风减半，下雨全完。对嘛，让你赶上了。因为那天下雨，所以来看我的观众朋友们，比起他们俩，客观上确实略微的少了那么一点点。哦，那一共来了多少位啊？一共来了5位朋友。您这就不是略微了，忒少了。雨大啊。因为5个人他不认识嘛，他不是一起来的，先来了2位，后来了1位，最后呢，陆陆续续的呢，又来了2位。2位您就甭陆陆续续了，你费那事儿干嘛？这么说不显着人多吗？真会安慰自己。因为他不认识呢，他坐的也比较分散，一位就坐在头一排了，4位就坐在最后一排了，可能就是因为咱没名气呗。啊，怎么？我这说着说着呢，后边那4位呢就在那打扑克，自己玩上了，关键声音比我还大，要了命，那就说不下去了呀。我就把这堆东西都放下了。你这等什么呢？我得等人打完这把呀。你们这谁听谁呢？谁听谁，咱也得尊敬观众啊，艺德很重要。听你的。哎，可算打完这把了。哎，四位对不起啊，这儿了这儿了，看我一眼，谢谢。行，那个可能是我说的不好，您四位打扑克呢我不反对，但您四位能不能略微的小一点声音，别影响你啊。不是，我不是说你们声音大了影响我，那是我就怕你们4个人同时这么一喊吧，您再把头里这位给吵醒喽。一位都没听你啊，真小了命。那怎么办？继续努力。就得继续努力。你不努力怎么办？我不说我，
对不对？今天演出，你看人便面条一包，正好张金山。我不说我，我介绍我身边这位老师。您客气，他叫张金山。哎，今天您听完这个相声专场，你回去你要是外衣把它记住了啊，当然外衣就是不可能的。他不让你说的。您回去百度一下，德云社相声演员张金山，您100%找不着他。对吧？说的有点原因，但是，您搜狗，哎，怎么说话呢？搜狗是个输入法，您用搜狗输入法，您搜评书演员张金山，你准能找着他。我做科学的是评书，他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老师的徒弟。哎，那是我恩师，谢谢。刘老师来过深圳，对吧？对，就是他下功夫下到什么程度？他模仿刘兰芳老师说评书，现在学。各位闭眼睛听，一定是认为在有人放录音。我学几天。我说一二三啊，大伙儿闭眼睛听。跟刘兰芳老师活着一样。哎，现在也活着呢。你先让他听着。那倒不至于，你就说像就行了。是啊，我说一二三，大伙儿闭眼啊。但你别走喽啊！上哪儿走啊？对，我们大伙儿一闭眼，再一睁眼，就剩我自己了。没来，我说一二三，大伙儿闭眼睛听啊。像极了，来，一二三。大宋朝孝宗皇帝年间，金兀术有个三儿子叫完颜达尔亮，统领三川六国九高十八寨人马。兵进中原，两国在界山交兵，二路元帅岳雷带着军兵来到山下讨敌叫阵，军兵从山头高喊：哎，山上军兵听着，九五的大帅起来讨阵，尔等速来交锋，如其不然要马踏高山喽。谢谢谢谢。我没替他吹牛吧？这不下功夫能行吗？对不对？谢谢谢谢。你要说他长得像刘兰芳老师，这不用努力。这说明这位是当初刘老师犯下的错误。说什么呢？你就学得像，这不下功夫能行吗？这是得下的功夫。你跟大伙儿说，你多大岁数开始学艺？我17，今年多大岁数？43。作艺多少年？26年。大伙儿听听，作艺26年，有一位观众认识你的吗？没有。你怎么个意思？嘴里进个小毛毛啊。敢那么巧？我没说把你看得低喽。咱俩一场，我能把你给看得，哎呀，那么低。我怎么觉得你就这个意思？不可能。是吗？我能从心里往外就那么瞧不起你，把你给看的，哎呀，低的呀，这还能低哪儿去啊？这样，像话吗？就不可能是这样的，对不对？你这大伙亲眼瞧了，学艺26年作艺，默默无闻很正常，是，对不对？这行就这么难，两年胳膊三年腿，10年练不成一张嘴，对呀，就是这么回事啊。演员从没有名气到有名气，就要一场一场默默的演出来呀，对。过去有很多老先生，他们其实不是名气大，他们是本事大。你比如说吧，北方有一位说书的老先生，他有名气，走到深圳你也不认识他。他在一个小书馆里说书啊，讲故事啊，他本事是真的。比如说头一天卖票，他也可能就卖10张票。但是他好好说，稳稳当当说，把故事说到您的心缝里边去，快结束的时候，他留一个小小的书坑。书扣就是心里小暗示，让你出去惦记这个事儿，明天你还回来听，明天你能自己回来吗？是，您不就带朋友回来吗？第一天来10位观众，第二天有可能就来30位观众，有一个礼拜这个小剧场就坐满了，这能耐是真的。你比方说吧，说这个三侠五义，您给说一下，老先生啊，说三侠五义，快结束了。嘴里不停，脑子飞速地设计这个书扣。话说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是小侠爱虎。几位侠客正在酒楼之上吃酒，忽然噔噔噔楼梯作响，挑帘笼进来一人。几位侠客抬眼一看，呀，是大吃一惊。
这书扣到这儿了，扣到这儿，说书走了。哦，听书的就得琢磨呀。嗯，露脸的都在楼上呢。就是啊，上来这位是谁呀？嗯，让这些人大吃一惊，那不得是剑仙级别的人物啊？对呀。第二天您还回来听来，哦，老先生得把这书扣缝上啊，就是把答案告诉大伙。接着往下说，书接上回。嗯，话说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是小侠爱虎啊。几位侠客正在酒楼之上吃酒，忽然噔噔噔楼梯作响，挑帘笼进来一人。几位侠客抬眼一看，呀，谁呀？大吃一惊。谁呀？原来呀，啊，是小伙计送菜。一小伙计送菜，就闷了一晚上。对，您哈哈一乐，还乐意往下听啊，哦。渐渐的人就多了，小演员、年轻演员，一天卖个两张票、三张票，嗯，五张票一大关，嗯，你说他能行吗？也是，所以他也着急。嗯，我什么都能像人家那样满起满坐呀。嗯，我真挣了钱了，回家我就吃蹦虾仁去了。对，谁天天吃捞面呢？哎，吃的脸都长了。你瞧，啊。天天卖三张票两张票，自己也上火。嗯，但是这样啊，你先比如说拿现在这天来说吧，马上十一了，十一马路上的人就多呀。对，大伙儿都放假，那进到书馆里听书的朋友也多，是陆陆续续的就进来了。嗯，平常卖三张票五张票，今天卖二十张票，哎，年轻演员就高兴。嗯，多好，卖了二十张票多好。你讲，嗯，真的天天这样，我就吃蹦虾仁了。嗯嗯，我就不用再吃捞面了。嗯，我今天我不能把这二十观众放走啊。嗯，我得想办法把这二十观众留下。嗯，让他明天还来呀。嗯，我怎么把他留下呀？怎么办呢？我也来个书扣。哦，也说三侠五义啊。说到第几回呀？第七回，是展雄飞出世。哦，南侠展昭，展雄飞第一次在这书里露面。哦。关键是书扣这东西是这样，嗯，我事先准备好的没有用，嗯，必须我这说您这听，我把您带到我的故事情节里边，我知道现在您心里想什么，最想听什么，最怕听什么，我设计一个书扣才管用的。哦，前面说快到点了，舍不得观众走，嗯，嘴里不敢停，脑子飞速的设计书扣。嗯嗯，话说南侠展昭展雄飞那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这天展雄飞正在皇宫内院巡逻，忽然墙上跳下一道鹤影，展昭拉宝剑跟这鹤影就打在了一起。俗话说刀剑无眼呐，这个鹤影回首一剑，剑尖正中展雄飞的哽嗓咽喉。偌大的南侠展昭展雄飞是命染黄泉。展昭死了，不刚出来吗？刚出来就死了。是啊，说书的走了，嗯，听书的都没走，走不了了，在下边分桌讨论。你看，都纳闷呢。大哥，嗯，他是说展昭死了吗？是，今儿说多少回呀？第七回呀。是，我也知道是第七回呀。嗯。第七回不是展雄飞出事吗？对呀，这他妈不是展雄飞出事儿了吗？让他给说死了，你说这玩意儿。你别看啊，这个说书的先生年纪不大，嗯，本事不小啊。明天咱们回来，嗯，咱们到底听一听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第二天，听书的都回来了啊。是啊，听书的是回来了，嗯，那说书的还敢回来吗？也是，在家转悠一白天呐，展昭也没活了啊，实在没辙了，说上师傅家问问师傅去吧。嗯嗯，到师傅家推门一看，师傅正吃面呢。师傅那能耐不就不怎么样？来了，坐着自己沏水。嗯，师傅您挺好的。嗯，好好。那个我找着地方说书了。嗯。好好，我紧着往嘴里塞。那个我说三侠五义呢，嗯，我说到第七回了。嗯，好好，哥，就是我说到第七回的时候吧，嗯，我把展昭给说死了。
多大能耐你说。再看师傅，这面都没心吃了，全死了吗？得问清楚点了。剑尖正中梗嗓咽喉，死死的。你这边怎么弄？晚上几点说书啊？啊，晚上八点吗？哦，现在六点了，还俩小时。怎么办？你这么着，嗯，你回去你就这么说，嗯，你就说展雄飞是亲哥俩。哦，他有一个孪生的兄弟，嗯，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哦、这天他因为有事儿，他抹不开请假，哦，让他兄弟扮上他，替他上班去了。哦，但他能耐他肯定是不如南侠呀。那是啊，碰上刺客把他兄弟给杀了。嗯、哦，然后你就接着往下说呗。嗯，你就说展雄飞替兄弟报仇。嗯，你还能多说出一个星期的书来呢。嘿，你讲，还是师傅有主意。这得了，我谢谢您师傅。嗯嗯，晚上到书馆了。嗯。瞧，朋友们，嗯，展雄飞是亲哥俩，你们都不知道吧？这回他心里有底了。是啊，嗯，接着往下说。你要过完十一，大伙儿不上班吗？对呀、啊，书馆又没人了。嗯，又三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两个人。嗯，天天又吃捞面了。啊，你赶上十一过完，不还有元旦吗？哎哎，陆陆续续又来了很多观众。嗯，来三十个观众。嗯，年轻演员心里又激动了。天天这样，我就天天蹦下人。你看看，舍不得观众走。嗯，我要我再来个书扣，我又打算临时设计一个。说到哪儿了？嗯，包大人陈州放粮归来，走到东京汴梁城下。哦，说到这儿嘴里不敢停，脑子飞速的设计书扣。嗯嗯，老大人走到东京汴梁城下，包大人抬眼一看，嗯、但只见。偌大的东京汴梁城、嗯、是踪影皆无、啊、那么大东京这汴梁城没了没了我、啊、天哪怎么弄啊说书的走了嗯，听书的都没走走不了了在底下分桌讨论都纳闷了大哥嗯这孙子是说东京汴梁城没了吗是我举个例子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您说是不是相当于我站在前门楼子上、嗯、抬眼一看整片的故宫都没了对突然就没了大伙儿出去咱就把明天的票买了嗯明天咱们早早的回来等着他哦说不上来把鸭就地弄死观众全急了恨疯了，嗯，第二天听书的都回来了啊，听书的是回来了，嗯，那说书的敢回来吗？也是，在家转悠一白天呐、嗯，这城也没回来，啊、嗯，实在没办法了，上师傅家问问师傅去吧。哎，到师傅家，嗯，推门一看，啊，师傅正吃面呢，和师傅就这么大能耐，来了，坐着啊，那个自己沏水，嗯。师傅您挺好的、嗯、好好那个我不是说这个三侠五义吗嗯我说到这个包大人陈州放粮回来了嗯好好你看嗯就是回来走到东京汴梁城下吧嗯我把东京汴梁城给说没了多大本事再看师傅嚯这考核都没心验了是吧全没了吗得问清楚点了踪影皆无、嗯、我连片瓦都没给剩下、嗯、晚上几点说书啊嗯晚上八点吗现在六点了还俩小时怎么办还有一趟火车，你跑吧！去你的吧！
这世界很酷。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学歌曲，表演者岳云鹏、孙越。谢谢，还都没走啊？2500，哦，涨价了。一万，谁说的一万？老师，是老师吗？不是那老师吧？谢谢。好，没有想到我这现在这么值钱哈。出什么？他出200。5毛，还有出5毛的。行了，1毛啊，还有1毛。600，我天哪，小孩就算了啊。多少？哎，你让回去，你等等。10万是打包的钱吧？因为我们公司还得扣一点。都有人出到10万。是税后的吧？当然是税后啊！税没税谁？不是那个啊！我说他们不是啊！我说是上税啊！我以为睡觉的睡呢哈。当然是税后给，当然得税后了啊，税前先交定金，真仔细啊！咱不再瞎说了啊，还有瞎闹，还有小朋友，对小朋友，嗯，刚才这个后台中流砥柱郑好郑老师，郑老师，还有张金山张老师给您说了一段，郑老师这个表演方式我特别的喜欢，风格一字一句慢慢的叙，是给大家。娓娓道来，铺平垫稳，说得非常的好。对，这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还是我们俩再给您唱一回。好啊，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您是爱唱。嗯，就没别的了。我先解释一下啊，我现在每次演出都要先解释，五环之歌虽然是我的成名曲，但是呢，行了，还成名曲了，但是不能早唱。对，有一次我们，这是我们的演出经验，有一次我们演出第二个节目或者第一个节目就把五环之歌唱了，是唱完以后再上来的时候发现台底下没有人了，那也挺懊恼的。嗯，特别的懊恼，我到底是一个相声演员还是一个歌唱家呢？我自己都没有把家去了，哪有家呀。嗯，五环之歌一唱就结束了啊。对，别着急啊，不要着急，慢慢来啊。当然了，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唱并不只是歌曲，对，歌曲戏曲小曲小调这是归学，学唱啊，学人家唱。嗯，我们本门的唱是太平歌词。对了，有人爱听吗？你看看深圳的观众爱听这个，我给大家唱两句太平歌词啊。好，杭州美景盖世无双，白蛇传，白蛇传的一个唱段。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四季的清香，春有苏堤桃红柳绿，夏上荷花映满了池塘，秋观明月如同碧水，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谢谢。正好，其实不好唱，是一个上句一个下句来回颠倒着这么唱，听着简单，这是我们本门的功课。对了，其他唱什么都归是学唱，学唱累吗？戏曲我比较喜欢戏曲，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叫做评剧，北方居多，唱给今天在座的各位小戏儿嘛，对，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好戏曲评剧。
谢谢。好多评剧名家有好多。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没这间奏还走不回来了。这边没有钱的朋友，别管以后将如何，多好得罪人。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谢谢你们，没有钱，谢谢。有钱就花钱买人打你了就，怎么样唱得好？不怎么样。您说那北方剧种那不是评戏吗？什么评戏呀？那我哪会啊。那以后就别说剧种了。你这么欺负人吗？嗯，我就会唱歌。那倒是。这样吧，孙老师，我唱一首歌让你猜好不好？哦，猜歌曲名。谁唱的什么歌曲？好啊。有些难度啊。没有难度。当你老了，把第一句就歌名，你告诉我有难度。头发白了，小知道。当你老了，还不错，还不错啊、嗯！当你老了，听这个、啊、中国这歌的通病，第一句全是歌名，没哪个你听、这个、简单之极。你听这个吧，你来，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猜恶不恶心？这蛤蟆精似的，给看着。怎么了这是？女孩心，男孩你别猜，长也是多长都是第一句歌名。听这个啊，打起手鼓唱起歌，打起手鼓唱起歌，策马而翻山坡。哎呀，马上歇会儿吧。千里牧场牛羊壮，打起手鼓唱起歌，行。我给你唱一个新歌啊。你还会新歌、啊？那当然，你绝对不会。哎呦，听这个啊，我听得多新。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岳老师，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一面水来了凉，深圳没有 KTV 吗？你跑这过瘾来了是不是？哎哎，这歌新吗？很新呐，很新。还新？你妈没结婚时候就有，知道吗？你妈没结婚。哎、接着，没说那事儿，不是那事儿，你想多了。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有什么难的呀？你知道有个夜总会叫富贵人家，你知道吗？闭嘴。还有叫百家同乐的，你知道吗？真是。你听这个啊。真是。雾里看花。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看花。别望月了，雾里看花。再回首。再回首。啊、这仨字儿，有什么可唱的？阿莲。阿莲。越来越短，你看这玩意儿。当山峰没有脸。当。我就该给你读点什么，我告诉你，我现在房都买了，可能。有信吗？你怎么了？你又能得来呀、啊？你唱就不会。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
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把第一句再唱一遍，没听见。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哎，过火。神经病，这是神经病。那也是你逼出来的。这是张信哲的一首歌，叫做《过火》。对呀、啊，我特别崇拜他。怎么呢？我特别喜欢他，因为他的嗓音特别的清澈，是特别的嘹亮，适合你唱。嗯，说实话，非常有幸啊，能够跟他在一起唱过一首歌，叫《别怕我伤心》。哦，合作过，合作过一首歌。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说张老师，我特别喜欢你，但是你这个人特别的虚伪。您这怎么交朋友呢？一句话让他觉得很尴尬，说小月怎么了？我哪虚伪了？歌词里头能够体现到你这个人特别虚伪。哪一句？说哪首歌让你觉得我虚伪了？对呀、啊，有首歌是这么唱的。嗯，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关于柳岩，你装作无动于衷。我做不到。那是。你多下三滥呀、啊，燕子，柳岩啊，这是多开放、啊，瞎说啊，瞎唱，好好。接下来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好，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首叫做《橄榄菜》，唱给深圳的朋友、哦。橄榄菜，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什么叫橄榄菜呀、啊？哦，橄榄油，橄榄油唱的、哎。橄榄核不好吗？橄榄籽儿，没听说过。橄榄树，橄榄树，哎，特别的好听，是齐豫唱的。齐豫，齐豫是齐秦的姐姐。对，齐秦大伙都知道吧？嗯，大约在冬季。没错。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嗯、哎。这都是我师父唱的。那是那是。我师父唱什么都是戏味儿。对。有一次参加周华健的演唱会。花的心藏在若雨中，恐怕花季都错过。弄得人周华健不会了，是自己的歌不会了，对，到现在也不联系了。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唯有椰林缀斜阳啊，只是一片海蓝蓝。你是不是振兴二人转的、嗯、对，这是橄榄树，是齐豫唱的，齐豫特别的好听，词是三毛写的，没错，三毛大伙都知道，都喜欢，都认识，也参过军，也流浪过，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这三根头发那个，不是三毛流浪记吗？不是，写书的作家啊，作家啊、撒哈拉沙漠，嗯，他跟荷西的经典爱情故事，荷西，嗯，我给大家唱两句啊，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是橄榄树，特别好听，好。不要问我，哎呀，我一听就醉，真的太好听了。哎、您唱完了，我们一块儿跟您醉。你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嗓音呢？真是捧自己呢，可是。不是，不要问，哎呀，好好唱。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真好。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好，太好听了，真的。哎哎哎，就是问您个问题啊。你说，您告诉我哪句里边有橄榄树？不要问我太阳。哎，唱错了，唱错了。多新鲜呐！还舔着脸还美呢，还赶杨钰莹了。
对呀、啊，预赢了吗？不要问，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搞毛病了。我的情词儿不对，词儿不对，牵着你，词儿不对。我问从哪儿来？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调不对。不要问我，改刘德华了。一生曾经不要问我到不要问我呀，你不要再问我好吗？谁问你了？你不要问我了。不是这么简单一句，你怎么不会呢？忘了怎么唱来的？哎，听着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对，多简单啊！你那老补的肠胃不好呢，我还以为。突然间很难受。别起哄，别起哄啊！别起哄啊！他唱的，可能比我好。别起哄！行了，咱把嗓子哑了就别上了。怎么没您来？岳老师，您咋进来？都是瞧您来的呀，对不对？不要再问我好吗？不要问我。我没有，都是瞧您来的，全是您的粉丝，是吧？不要问我，不是，你会不会啊？不要，你来。别，听他唱的好。对，您花那么少钱就别起哄了。谁说？你花那么些钱起什么哄？我唱吧，好不好？唱，他唱的好。哎，可能是叫我挪车的，可能是，我可能占人车位了，是吧？你上来呀！上来，哪里有妖怪？呀，怎么着？来到你们的地盘了是不是？我错了。怎么了？就这么有尿性，就这么横，我错了。对不起。恐惧到了极点就是愤怒，是吧？您唱，您唱的好，您来，您把心态摆平衡一点啊，静静心啊，对，好，开始，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好好，我的故乡在远方，不是河南吗？啊，不。您好好唱，因为我觉得河南可能就是更贴近一点你。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河南。乡情。为什么流浪？穷。对，家里能吃能住，谁出来，对不对？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
药吗？胃犯病了。啊，退票！你要脸吗？从七点半听到十点十三分了，你要退票？有点过了啊，你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我知道，在咱们深圳，都听那个，这都是讲粤语哈。对。你听的歌也是粤语的歌，咱们一起唱一个粤语歌好吗？什么歌？大伙儿。什么？我让你唱个豫剧，可能是豫语的歌啊。刘大哥讲话，这都大伙都听不懂。这尾音不对，立太偏。谁说女子像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绫罗。寒夜泪和水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我飘远方。河南同乡会是吧？我天哪，你什么都会哈，难不住你们了还。跟天风风雨泪，我你与我何为别，谁无再别。哎呦呦，哎，你唱不上去相声好。原谅我这一生把给放纵，也会怕有妖天会抵挡。哇，真的太让我感动了。嗯，其实今天这个场面应该让大鹏看到。怎么呢？大鹏的偶像就是黄家驹。嗯，大鹏最近有一个新电影叫做《缝纫机乐队》，就是缅怀这帮摇滚老炮们啊，摇滚的老炮们啊，其中就有啊，我都不能剧透了，希望大家到时候能看。快上映9月29吧。9月29号、嗯、啊，我给他做了一个广告，就疯了吗？这个，你拿人钱了吧你？好，再给大家唱一个。什么？那个，咱们一个一个说，别太乱了，听不见着。哦，送行郎。嘿，好。送行郎一唱，彻底结束。就正式下班了。嗯。真会点。女儿情。哦，哎，这个好。哎，他也唱不了男的的歌了。我跟李健唱了一首《女儿情》，是参加的歌手啊。唐僧舒怀，你说我不是一个歌手，我到了歌手最高的舞台哈、啊哎，我真的羡慕我自己。那是，那人家瞧的是说相声的面子。《女儿情》，当时还上了热搜，牵手没有成功哈、啊。嗯。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尴尬的事，唱给大家唱几句，会唱的一起唱啊。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声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虽然我正当少年，正当少年，虽然我面慈心软，面慈心软，为求真经不怕难，
多少回面临生死线，面临生死线。好了，唱两句就好了啊。今天还有什么想听的吗？今天全场都有《西游记》啊。那就进入五环之歌了啊。好，这阿姨特别开心啊，等着听五环之歌回家呢，是吧？着急回家泡脚呢，是不是？阿姨跟这大爷是两口子吗？废话啊、哦，不是两口子坐一块儿呢，是就好，是就好啊。对，比不是强。那是，嗯，因为坐的特别近。那个，还有什么想听的？阿姨点一个吧，了解我。嗯，那是，是不了解。还有什么？没、啊、安静安静安静，让他一人说啊，好吗？阿姨点一个吧。啊、阿姨说唱五环吧，唱五环啊。你阿姨知实在不是你会唱什么别的，那阿姨不了，往事只能回味哈、啊、往事只能回味啊。别着急啊。嗯，好，那就五环之歌唱给大家啊。因为我们上台的时候，上台之前领导告诉我11点之前必须结束。对，场馆规定必须结束。场馆的规定啊，所以说现在10:20还有40分钟。咱们40分钟啊。我们把五环之歌唱完，然后象征性的下去，然后我们再上来，好不好？哎，嘿，戏真足。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你比六环少一环，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这是很简单一首歌啊。接下来好，来好的青藏高原吧。啊啊，您啊，您也是，我卖卖力气啊！不，是谁带来？是我。您等会儿再唱啊！你带得来吗？我带不来，把你带走，知道吗？您冷静一会儿啊！青藏高原前面好唱，是啊，最后有一句高八度，你行吗？你想多了。怎么的？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哎，死半道了。是谁带来？是谁？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呀嘛得。哎哎哎！什么词儿啊？呀嘛得呀！哦，对不起。我说大爷没有听懂的，大爷懵了啊！大爷亚麻得他是一个不啊，跟欧叶一样，就是欧叶啊。亚麻索不是亚拉索，亚拉索行不行？大爷，我可以，我可以，可以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一起唱，哎，一起唱。
谢谢，你不要蹦，那么胖，不要蹦，不要蹦。啊，坐下吧，坐下吧，剧场太老了，主要是。谢谢，哎呀，谢谢，我也爱你，我也爱你啊。说你呢，说我呢？啊，说我呢，说我。那我也爱你啊。要不咱们三个一起？那个没有。干嘛带一拖油瓶？我还得什么？喜欢嘻哈，来错地儿了吧？唱个二人转，大哥，我们是德云社。下次买票的时候看清楚了。一封家书是吗？探清水河，哇！你们知道的好多呀，知道不少。挨个唱啊。探清水河，这是北京的一个小曲儿。有，其中有一句大伙儿特别的熟悉。哪句？林海雪原。杨子荣唱了这么一句。唱了一句。提起那宋老三，有这么一句吧？记得吗？这就是探清水河的一段。我想起来几句，唱几句啊。探清水河，桃叶那尖上尖。柳叶儿遮满了天，在齐北的这个明纳宫，细听我来言呐、啊，此事哎，处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有儿，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呐、啊，小女儿为年长那一十六啊，起了个乳名儿，荷花丸子叫大莲，姑娘叫大莲，尊俏好容颜，似鲜花无人采。琵琶断弦无人弹呐、啊，奴好比貂蝉俺思吕布啊，又好比阎婆惜坐楼想张三。谢谢，正好，我不吝啬，我会唱什么就会唱什么。刚才那个姑娘说一封家书，一封家书是我在《欢乐喜剧人》。有一期节目里面唱过、春节前吧。我真的感受到了你的热情，谢谢。这得花多少钱雇的？一封家书，其实这是关于唱父母的这么一个，对了，心情嘛，这么一首歌。其实，这么说吧，我特别不伤感啊。我父亲去世之前就想去两个地方。一个是杭州，一个就是深圳，他想看一看西湖到底有多美，他想看看邓爷爷画圈的地方在哪儿，这是他两个心愿，到了也没有完成。我去年在这儿演出的时候，我还唱了一首《父亲》，就是唱给他，我知道他一定在去年的那个现场。今年我不知道他在没在，我不迷信啊。啊。不管在不在啊，缸都没法翻，你知道吗？就是希望他，我希望我去的地方都能够让他看见，能够让他知道。好了，一封家书我也不唱了，因为这是一个特别伤感的歌啊。想听吗？亲爱的爸爸妈妈，好，唱完了。你们好吗？不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我现在深圳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爸爸每天都上班吗？
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谢谢啦。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别舍不得穿上吧。以前儿子不太听话，现在懂事他长大了。爸爸妈妈多保重身体，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好啦，先写到这儿吧。辞职，辞职，辞职经理，辞职那个经理，辞职经理，辞职那个经理。说什么唱什么，嗯，双截棍，你看跨度还真大。嗯，什么？成都啊，成都啊，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依依不舍的，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雨露还要走多久？你牵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这钱我都替你们冤的慌，真的花钱自己来唱歌了，真有意思。好，接下来我要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啊。我拿麦克风干嘛？你今年的12月份有一个电影上映，叫做断片。嗯，是我跟葛大爷、杜淳我们几个演的一个电影，还有他啊。嗯，希望大家，希望大家还挺热能够喜欢。我最近也在拍一个电影，有可能在大年初一的时候上映。是我师父导演的一个作品，我不知道，是我第一次导演。我不知道我师父让不让我宣传，反正我宣传了啊，大年初一上映，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对，好了，接下来这名儿保密，没有什么，你现在都在保密阶段啊。刚才有个人点了一首歌叫《往事只能回味》，对喽，我希望今天的一切将来都会成为往事，因为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可能再回来。我可能特别伤感哈，今天的一切明天还来，放心吧，都将成为往事。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回味。好，往事只能回味，唱给大家。来，那个演唱会的感觉起来，快来来啊！你去哪里？你干嘛回味去？坐下，回你的位子，把这灯光给追光，快追到这儿。哎，这刚几点？拉着爷们儿回家。你看我这人不吝啬，开心啊！哎，会什么就会。孙悦唱一个，好嘞、别起哄啊！我能唱，我早唱了。就那一句，别做坏了，嘿、哎，跪着呢，知道吗？他俩我唱不了，我这破锣嗓子。你把那橄榄树唱完也行，对不对？我真来不来了，你来来，我真唱不了，我能唱，我早唱了。别别别。
到舞台上，拿这位老师来说吧。这位老师呢，上的学校特别的不一样，北京市智障二中，这是他的母校，就跟智障有一中似的。你大哥，你大哥，你大哥是一中的，一中一霸。对了，大哥一，你等会儿，智障一中，对，一中一霸，对，那不傻子头吗？就是他比别人傻的厉害。哎，对对，好，他不要命的还，嗯。不光是他，我们后台好几个人都是。还谁呀？什么高峰、栾云平、侯震。哟，侯老师，他们是一个学校上学的。你看，怎么智商不低了？啊，老师呢非常的负责任，是经常去教室检查。检查宿舍，检查教室，看看有没有抽烟的，哦，有没有谈恋爱的，哦，有没有喝酒的，哦，还有谈恋爱的，也有那个女傻子呀，哦，对，就经常在一起，多余问他，经常去检查宿舍或者教室，怕有干这个的。有一次老师检查这个宿舍，发现了，嗯，宿舍有烟味儿，那有人抽烟呢，而且地上有烟屁，不学好，这个不行，对，一定要杜绝，得管，要不起，对不起那你家长，是啊，花那么多钱来这个学校。你花那么些钱治病去呀，能治不就治了吗？啊，没救了，嗯，老师非常的负责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嗯，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包薯条，薯条，把他们挨个都喊过来，哦，试验我们。高峰，高老师进来。老师好，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我去给您办。老师我跑腿跑得特别快。老师，哎，高峰你抽烟了吗？抽吗？老师我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烟。 好奖励你，来一个薯条吃，嗯，吃薯条，谢谢老师。你看看这是不会吗？各位吃薯条有这么吃的吗？不加烟卷吗？明显抽烟呢。抽烟了。高峰你抽烟了吧？抽了。臭不要脸，哎呀，弄死你就得了，滚蛋。这学校不一定谁有毛病吗？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老师怎么这么厉害？出去了，赶紧传授经验，告诉我们，告诉那三个同学。是第二个进来的栾云平，他们俩一场。小栾进来。小栾老师好，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我去给您办。老师我跑腿跑得特别快。那词儿都一样。小栾你抽烟了吗？抽吗？老师我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烟。老师我在三年级当三好学生已经六年了，不会抽烟。好，蹲六年了真好。来，来个薯条吃。来吧。谢谢老师。哎，看他怎么来。哦，哎，这么拿了一个捏着。老师一瞧这还不错。是，就来一个吗？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嘞，好嘞，记着。拿烟卷呢，薯条有放这儿的吗？是啊，明显抽烟呢。对，小兰，你抽烟来了吧？抽了。臭不要脸！哎呦，我出去。谢谢老师。哎，还谢谢呢。赶紧传授经验。是，告诉那两个同学。我和侯震。第三个进来的侯震，老师好，老师，老师好，怎么了？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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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您告诉我，我去给您办。老师，我跑腿跑得特别快。哟，老师最近气色不怎么好，应该敷面膜了。我妈妈有一个面膜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老师，听说你们家的电视坏了 ，LED 的吧 ？LED 电视不怎么好修，我们家有一个修电视的，特别修特别好，修特别好。老师，我没有抽烟，真的没有抽烟。老师，老师，谁问你了？我喊你了吗？冒场了。哟，老师你喊不喊我也该我了。老师，老师我真的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烟。老师，嗯，为什么不会抽烟？因为我这个嘴没有功夫抽烟。老师，哎，呵，我这个嘴特别碎，说话用，我嘴特别碎，特别碎，特别特别的碎。老师你看我这个牙是黑的，其实是晒的。老师，哎，好，连嘴都不闭了。嗯，行了行了，奖励你来个薯条吃，还是这招。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衷心的谢谢老师，真心的谢谢老师。快吃吃吃，拿了一个，捏一根。就拿一个吗？再来一个，还这招。好嘞，老师。哟，搁嘴里了，吃了，聪明。老师，小别干吃啊，啊，蘸点酱，番茄酱。哎，你蘸多了，蘸多了，是吗？对，嚯，点烟灰呢，你看了吗？这明显是抽烟呢，抽烟。侯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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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叫侯震？你是不是叫侯震？侯震，啊，我告诉你，我应该弄死你，应该弄死你，应该弄死你，知道吗？我气色特别好，气色特别好，我不用敷面膜，我们家有面膜，面膜多的是，我们家也不用修电视 ，LED 电视就是好，就是棒，怎么了？怎么了？你给我滚蛋！老师是个学习型人才，你看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出去了，出去，出去，出去。孙悦，嗯，进来，全交给我呗。老师，哎，我进不去。可能是先有的我，后有的学校。啊，这位同学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叫做侧身，你会不会？侧身吧，侧身。侧身没有用。为什么呀？因为我是圆的。就这么珠圆玉润的。好嘞，好嘞，我来教给你啊。好，
先把肚子上的肉给我，哎，好嘞，往里挪。先迈左腿，好，迈后腿，好。后腿，右腿，迈右腿，好嘞。这不进来了吗，宝贝儿？怎么了？进来了。那我怎么出去呀？等拆迁吧。先说这个事儿吧啊，你抽烟了吗？嗯。老师，是，我不会抽烟。这四个里是不是就我是傻子呀？真的，行吧，奖励你，来个薯条吃。还这招，谢谢老师。我怎么有随时猝死的可能呢？我脑淤血后遗症，我拿了一个，怎么就拿一个呀？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谢谢。我怕我抽过去一会儿。哎，这球，哎呦，哎。鹅老师呢？哎，就吃了一个。是啊，就别干吃，蘸点酱。还这招啊？我可能蘸不起来。蘸点酱，老师瞧，蘸多了。啊，是吗？哎，对。蹭蹭蹭了一下。哎，老师一瞧，这可能是真傻。不对，哎，真不会。可能是真不会。我不抽烟。就这会儿，老师大喊了一句：“喊什么？”校长来了啊！再看他，我这还不会呢。今天好开心，真的好开心。嗯，我今年演出演了差不多20来场，上二十场了。今天算是比较让我觉得开心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深圳的朋友这么热情，这么喜欢听相声。深圳倒像个相声窝子了。啊，还有什么想听的吗？太平歌词我唱了呀，唱了。什么？哦，太公，姜太公，太公卖面，太公卖面。石崇豪富范丹穷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烟回命短六个人居在这五行中。怎么样？会就唱。宋星郎着急走。叫小帆。好嘞，刚才主持人已经通知我，时间真的快来不及了。对啊，有请我们今天其他的相声演员再跟大家见一个面。来吧，见客了。大家介绍一下，来见客啦。都是哪儿的自己说啊。随便挑啊。不行，我们再换一波好吗？不行，再换。就我呀，我贵。别别别，我们得搭着麦，对不对？哇，有一个美女，我看见一个美女，我才看见，坐得太远了啊！真真豁达，是你的吗？我带走。是啊，我不介意仨人，人家可能介意。好。介绍一下吧，来，那个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位谢金谢老师，长得也不错，你微信号是多少？来，我公布一下，啊，555，他那意思是，长得挺好的，长得还行，对啊，进了桥还行，而且辈儿大，我应该喊的叫师爷，对，进门就可以喊奶奶，真的，我进门就喊叔奶奶，对对对，第二个李鹤东，李鹤东，关鹤柏，刘鹤春。这个也单身啊，对对，单身也单身、啊。这是张金山，张老师啊，郑豪老师，郑豪老师，今天有一个儿子、啊。今天的主持人饺子，饺子，奉劝大家一句啊，一会儿往外走的时候，一个一个往外走，千万不要拥挤。对，因为我上次我们在青岛演出的时候，就现场观众太多了，有点小踩踏，有点小踩踏事件。嗯，希望大家慢慢往外走啊，对，不着急、啊，我尽量陪着大家慢慢往外走啊。接下来宋青郎唱给大家，会唱的咱们一起唱啊。
一步叫你又来呀，二步叫你愁啊，三步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青蓝哥的兜兜扒了扒他肚筋沟啊，小妹妹送我的狼呀送到了大门洞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下小雨儿留我的狼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狼呀送到了大门南啊，水妖中我就逃出来两块大银元呐，这银元给我的狼买上一张火车票啊，这银元给我的狼买上一根中华烟呐，小妹妹送我的狼呀送到了大门西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狼买上梨两个呀，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狼呀小妹妹送我的狼呀小妹妹送我的狼呀，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我们明年再见。这世界很酷。